而家香港有一樣嘢好缺乏嘅，叫 common sense。如果政府政策咧，時時都係用一啲好迂迴、折曲、指鹿為馬、偷換概念嘅方式嚟講咧，就大家梗係唔明白啦。呢個係政府嘅責任，唔可以話你唔明噶啦，好複雜噶，咁就唔講嘅喎，係咪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到呢、這個點解我唔明啦？大家好。今日是6月29号啊。是。是啊。151。是不是100买一是。嗯。是吧是。是。152啊顶你个肺。真大。冇所谓啦呢啲几多集。啊集集听就唔会记得第几集㗎啦。有啲人好紧张㗎。吓、啊、例如呢有啲人啦、啊。你讲我。我唔系。都是一个纪录啫，咁 即系每一集都系一新纪录喎。系啊，系啊，即系啱啱早几日有人即系 cap 嗰张图系阿张家辉嗰个广告嘛，你嘅将来就系下一秒嘛。咁、哦、你咪不断，咁你咪会不断有哦，哎呢一秒，哎我有新将来，哎我有新将来，哎我有个新将来咁、嗯、样咯。我俾你睇下将来咧，将来想唔想买呢对鞋啊？屌你，诶咩啊？你想唔想买呢对鞋啊？哇仆街！我就咁睇，我以为李思恩嚟噶，屌！唔系啊，呢个边个嚟噶？呢个系雨帝啊！哦，雨帝咩行李？参远行李，去卖鞋啊！呢度我冇，好耐啦，佢帮一个牌子卖鞋。但系佢而家系咪似卖鞋咧？佢讲到好似即系将对预防巴落对鞋咁样，好似嗰呢对鞋够大。佢都大，佢都够挤嘅。系，但其实你有冇睇过佢？但系绑唔到鞋带。唔系，但系你有冇睇过佢巨乳前嘅相啊？咩叫巨乳前啊？即系话佢唔系，因为我哋讲紧下一秒嘛，我唔睇翻上一秒。又系好嘢，我哋讲紧我哋讲紧我哋嘅将来系吓，我哋睇翻之前又何必咧咁样？咁其实我哋唔使做噶咯。我哋要睇下一秒。系、哦，我哋仲讲翻上个礼拜发生咩事，做咩啫？我哋净可以讲71游行嘅事。系、哦，未发生嘅事。系系、哦，同埋下届特首人选。诶、哎，下届特首人选已经有名啦，有名争啊，就系竞争嘅。吓，点解啊？点解？因为今日阿习总系咪今日定寻日啊？唔知我睇翻你 post 咁 post 系，我唔记得咗今日定寻日啦。咁有一个出席一个即系又系上去面圣咁样啦。咁啊，习近平就主动行埋去曾俊华嗰度握手。哦，咁样咁样，即系其实真系好辛苦。其实即系每次都见到呢啲咁嘅嘢咧，都要好似揣摩圣意咁，觉得啊呢、這个会有机会咧嗰啲。系噶，咁冇办法啦。好似皇帝一个额头吓、啊，就全部奴才都跪低。冇办法啦，因为我哋又冇得一啲又得8票赞成，我哋又冇得选特首，冇计。咁啊系，咁啊系啊，真系。唔系，因为咧，即系我真系要嗰40个人道歉啊，真系。系啊，即系某程度上嘅所谓嘅揣摩上意咧，即系你有喺一啲地方度咧系 work 嘅，即系譬如喺今次习近平同曾俊华握手咁讲啊，你正常你出现一个场合吓，嗰度有咁多人，系咪？你个个唔握走去同佢握，因为喂，你谂下嗱，我当习近平真系一个称职嘅国家领导先啦、啊，嗱、我唔讲佢背后嗰啲嘢先吓，咁、你出席得一个咁样嘅场合，你一定会好着重自己嘅言行噶嘛，系咪？咁你去到一个场合，你个你都唔握，你走去曾俊华面前握，你会多少系会有一啲嘅暗示嘅，唔系我，即系我即系可能即系譬如我依家我走过，譬如你。咁头先一见到我，你见到我黑黑面，你哋都系咁问我。唔系啊，我见你春风满面。唔系啊，我日日见到佢都黑黑面。系咪你哋都会识得问我？诶、哎，做咩啊？做咩唔高兴咁样？你都会问系咪先？吓、嗯啊，所以呢个我觉得系有某程度上啦。咁至于你话之前佢哋唔系好难黑人憎嘅，之前佢哋咪成日讲嗰啲所谓嗰啲呢班
共产党嘅嗰啲友系好捻中意讲啲八字真言咁样噶嘛，吓咁啊求其噏捻完啲八字真言之后咧，嗰啲咩嗰啲咩咩人大代表嗰啲啊，嗰啲系啦，咩系啦，就咁样就仲要可以出到本书，系啊，因为嗰几个字咁啊走出嚟嗰啲咩。咩奇话嗰、那个陈少奇啊，系系吓陈少奇嗰啲咪好捻中意，之后就走出嚟接受访问话，哦佢嘅意思咧就系乜乜柒柒乜乜柒柒，屌呢啲就好捻核突咯，我觉得解签咁系啊，解签佬，但呢单嘢我有另外一个演绎喎，系咁你喂曾俊华系咩司长啊？财政司长啊嘛，咁话习阿大习大大会唔会过去话？攞啲钱嚟，我哋唔系好掂喎。过啲水过嚟，可能已经系啦，因为澳门咧，咪将佢嘅储备俾呢个上缴啊，广东省发展啊，投资嘛。系，哦，真系好搞笑啊！喂，唔系，但系佢个正式嘅用字系咩先？即系佢系俾佢哋发展，即系嘅意思系叫投资，俾佢哋投资，系啊，投资，咁冇即系好似亚投行咁啫嘛，咪即咁当然呢啲系美其名啦，其实实讲下实质系咪真系我哋扑水救火就唔知啊？呢个系揣测嘅啫。亚投行好似沉寂咗好耐，佢完全冇晒声气啊！哦，应该就死，因为日本出手啊，吓佢先而家拉拢紧呢个孟加拉，跟住可能应该可以，日本应该会。联同美国可以打散呢个亚投行。哦，咁啊，西瓜靠大边啊。嗯，其实应该好现实嘅，其实好多国家都。咁啊，上个礼拜就最呢个建制派八票赞成，呢个政改方案呢个花生就仲未炒完啦。系啊，吓不停咁有 WhatsApp 流出。系啦，有 WhatsApp 流出啦。咁喂，讲少少花生之中嘅花生先啦，某啲嘅出知名嘅时事评论员就爆话系有一个议员流出嚟喎。边个啊？呢个我哋好尊敬嘅老萧。吓，萧生好嘢。咁佢爆系黄毓民。个理据系咩咧？唔系，其实佢个理据，即系当然佢个节目我冇听啦。咁啲人都系 cap 翻佢啲讲过嘅嘢出嚟，系啦。咁就主要就话咁啊，而家阿毓民就喺《东方日报》有个嗰啲叫做视像啊嘛，咁佢叫做有啲关系咁样啦。咁就佢话我抄翻讲法出嚟先。咁啊，萧若元咧指出咧，值得留意嘅系《东方日报》带头刊登 WhatsApp 嘅内容咧，跑开政治新闻嘅人都知道边个议员系经常同呢个《东方》记者编辑公料嘅，咁啊，但强调我系唔可以怀疑黄毓民议员嘅，因为佢唔系喺个 WhatsApp 群组里面，佢系最多搭桥嘅啫，搭桥嘅啫。哦，即系有人。即系有一个建制派，即系喺呢个群组入面嘅其中一个建制派，就将个 cap 图就 cap 俾黄毓民，咁啊黄毓民就拎俾东方。唔知啊。唔系，咁如果照佢咁嘅讲法，系唯一呢个可能性嘅啫。即系有机会系曾玉成 cap 图，黄毓民嚟醒你嘅呢镬嘢吓，你帮我攞俾东方登。咁点解要揾毓民咧？系。咁佢 cap 完图自己俾都得㗎咋嘛。唔係啊，咁如果我要扇你 Billy 咁讲啊，我要扇你 Billy， 咁呢啲咁嘅 dirty jobs, 计订俾你做㗎啦，係咪先，我要走出去唱歌啊 ,Sama, 个吉喂 ,Billy, 你走去吹话俾人听，屌 ,Sama, 专屌屎忽嘅。咪其实咁样。咁样你佢讲好多人信。唔係係咪先，即係如果出自我把口有啲咩戏事上嚟咪搵我寻仇。系嘛？屌，好难及你萧若元呢个推断。佢讲得呢个搭桥其实系有好多方法嘅，即系唔一定系 cap 图，又唔一定系，可能真系有内鬼，个内鬼就唔敢自己去爆料，就攞呢啲料俾某议员去爆啦。即系可能萧若元个讲法就咁样，就系咁样。咁但系即系佢自己都会成日讲就话，黄毓民呢啲系收共产党钱嘅人嚟噶嘛？系啊，系嘛？咁佢买啲俾东方嚟做乜柒咧？我真系唔知啦。唔系，即系因为你如果萧若元你解释咗呢一个来源嘅时候，你都要解释下点解东方要登啊嘛，系咪？你唔能够唔解释，你唔能够回避呢一点嘅。作为一个咁知名嘅评论员，系咪先？你好啊，
有啲可能佢下集讲咧，系嘛？下集讲大把节目做。哦，咁啊系。详情请留意呢个最新消息啦，同埋逍遥游，逍遥游。咁啊，唔系，咁当然啦。你问我呢一个推断，梗系垃圾啦。其实好笑啦，系嘛？你因为好牵强啊，吓，好牵强啦。咁我因为我相信啊，你摆得俾东方，即系任何一个议员，我相信啊。一定唔会经议员嘅手俾东方嘅，嗯，我觉得系冇人会咁戇鳩嘅，即系你话捉咩鬼？你话咩嗰啲吓早呢几日吓人讲咩？阿叶刘淑仪有两部电话咯，吓佢拿一部电话出嚟话俾人睇，我都冇 WhatsApp 嘅。叶刘淑仪啊，真系肉酸嘅啫。系啦，即唔会咁啦，戇鳩。你明知自己有两部电话，系咪先？你就唔好拎一部出嚟。你睇嗱，我都冇 WhatsApp 嘅。几捻戇鳩呢一件事？你话如果佢真系做咗特首咧，系我唔系，我真估唔到佢低 B 到咁样哦。系即系嗰日嗱，你跟大队行出去已经好低啦，已经第一层啦。跟住上个电台节目下咪第二层啦，吓、啊、第三层就系拎个电话出嚟，我个电话冇 WhatsApp， 屌吓，之后仲有啲仲戇鳩啦，有啲唔好话佢有两部电话啦、啊，就算你得一部电话，你都可以 delete 嘅啫 WhatsApp。屌，系冇玩啦，你唔系太多嘅漏洞，你唔会，因为你系唔会用一个咁样嘅方法，你唔会话自己电话冇 WhatsApp。嚟做一个证据证明自己唔系嗰只鬼噶嘛？系你点解会咁样戇鳩啊？系咪先？真系低能吓！咁跟住就系、是、自由党啦，就话我哋都喺个 group 入边嘅，吓、嗯，但系我哋就绝少讲嘢嘅，即系我记得啊佢哋个主席叫咩名话？自由党主席张宇仁啊，而家唔系钟国斌系嘛？中国斌是民建联的喎，系中国斌是民建联的喎、啊，死啦！突然间，而家出先，佢唐眉好粗好英啊，个唐眉。中国斌是民建联的咩？好像是中国斌，系咩？睇下先。陈恒斌啊，民建联嗰个系。中港武都是民建联。陈国斌，中港武都是民建联，中国斌就是自由党嘅咁样吓。咁啊，系啊，自由党吓，中国斌系。咁啊，话说上个礼拜就阿田北辰就。写篇专栏就屌鸠佢大佬啦，啊系啊，吓咁啊，阿边个？周梁淑仪又还击，还击啦喺 Facebook 嗰度吓，还拖啦咁样，真系呢，即系呢啲系你田北辰其实真系好啦，戇鸠啦，其实吓、嗯啊、你衰捻咗，你走去话啲人唔捻陪你一齐衰。呢件事好啦，戇鸠，因为嗱田北辰，我成日觉得佢个意思系咩咧？大家误会咗佢，即系。佢俾周梁淑仪转移咗佢视线，我觉得。哦，即系大家误会咗田北辰系田北俊。唔系，田北辰佢意思就系话，唔系话我哋 walk out 啱啊，吓、嗯啊、我哋 walk out， 我哋咁样呢、這个，因为点解我哋会出现呢个失误啫？咪就系因为你自由党唔团结啊嘛、嗯，你自由党啊独立特行啊嘛。嗯吓、啊，咪搞到喺呢个咁嘅讲法上面咧，阿田北辰都几左教。系噶，系噶，即系同你话嗰啲冲就系鬼，吓、啊、嗌散水就系鬼，嗰啲一捻样啫嘛。其实系嘛、嗯，即系咁你话，你要去指责田北俊。吓、啊，你要指责自由党吓，你讲跟特，好你好小心，系好捻易讲错实就吓、啊，你要怪你大佬吓，唔跟大队吓。啊累到大家冇机会留会，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啦，戇鳩嘛，因为你睇翻你啲 WhatsApp 嘅内容，你哋冇人讲过话边个留低点人数啊，你明唔明啊？嗯，系咯。虽然何秀兰，何秀兰谂住帮你做呢一样嘢，何秀兰喺个 group 里边。咦？佢你哋全部走晒，但系救人喎，唔紧要，等我嚟。系咯，咁边个点人数？屌你！即系上次有一次系咁样噶嘛？五区公投嗰次，阿陈鉴林吓，陈鉴林留低喺树点人数咁，你都有个人做呢个行为噶。咁但系我睇翻你啲 WhatsApp group， 你哋冇人讲过呢样嘢吓，边个留低点人数啊？啊、你怪人哋走，如果真系学似你咁讲，学似田北辰咁讲，个个走捻晒，咁边个点人数啊？仲衰连八票都冇捻埋，零票支持政改方案啊，系咪先？我到时真系想睇下，到时星岛嘅头条会系点？场外投票，场外票，喂，但系零、啊，依家系唔紧要噶，里面都系照睇，里面系个结果系点样都好。
场外投票最紧要。咁啊系，同埋要乱勾咁噏啊，点噏都得嘅吓。咁啊你，咁啊，不过算啦，阿田少阿田二少佢都琴日鞠躬道歉啦。呢、這个人嗱，呢、這个真系我睇捻到真，我系笑啊！我睇完鞠躬道歉，我系笑出嚟。郭建阿黄国兴啊，黄国兴，黄国建吓都跟队啊，系啊。吓咁啊，先系跟住刘伟兴又好搞笑，系咪刘伟兴讲啊？啲人大话你特垃圾、啊，唔系冇气唱啊！我觉得刘伟兴寻日喺城市论坛入面咧，哦，佢、啊、有冇气唱我唔 care 喎、啊，系嘛？我最紧要我哋而家好明显睇紧佢哋睇花生，睇、花生咯、啊。咁啊，唉，屌，太多嘢想讲，唔知讲边样先。咁啊，寻日田北辰，我又唔知嗰个女人。走去啄佢话，你有冇同个市民道歉啊？你系坚系喺，你系坚系建制派啊，定系民主派嘅咧？嗰个阿婶，因为我唔知我怎样听你嘅说话，因为如果作为吓、啊、支持政改嘅人，佢都会埋怨噶嘛，嗯，系咪？哇，屌我支持你咁捻耐吓，我又出去打人，系嘛？即系可能有啲系啦，系嘛？我又出去同打人啊，剪贴吓吓吓剪吓。啊即系犯法嘅，我做捻晒，都系为咗支持你嘅政改。啊，屌你妈扑街唔投票，即系有可能会有啲人系咁啊。我又唔知嗰个阿婶个立场系咩啦。咁你其实你叫得田北辰道歉嘅，应该我相信佢应该系站喺撑政改嘅立场啊。如果唔系，使乜道歉啫？都否决咗个系嘛？我又惊我误会咗个阿婶，唔好意思啊嘛。即系曲线谂住系啊，唔系若果吓。曲到咁啊！吓，唔系你点知啫？系咪先？系咪先？你点知啫？即系到今时今日都仲有人喺呢件事上面担遮，你就知啊，大佬，系咪先？你估佢哋唔到啊？有时啲嘢，咁你话咁佢阿田北辰就话：，诶、哎，镜头喺边度？边部镜头影住我？吓、啊，然后隔起身同我心谂：，哇！我呢、這个依下已经够肉酸噶啦。你黄国健跟喎、啊，啊咁好啦，吓、啊、边个镜头喺边啊？咁啊，又趌起身又公道歉，哇！屌你老咩？你连一个柒捻完吓，卧欧行出去又柒啦，跟住嗰啲兜左兜右兜又柒啦，互相推搪责任嗰啲又够柒啦。WhatsApp 流出完，大家睇到啦，根本都唔关发叔事，系就连曾玉成都有份吓、啊，原来系啦，曾玉成都落埋水啦，依家同埋系根本都唔关发叔事嘅，原来。集体欺凌老人家，我觉得呢班人。其实咧，其实我老豆咧，其实一早咧就话咧，曾玉成系阴险小人，系最阴险嘅其中一个。咁一定啦，但唔系啊，咁我系民建联嘅人嚟噶嘛。佢喺民建联嘅形象，其实系已经系最好嘅。系啊系啊，大家都觉得喂呢、這个对手好值得尊敬，最称职嘅建制派。系啊，最系啊，系有人话值得尊敬添呢啲对手，系嘛？唔系咁，我觉得你站喺政治嘅层面上面，咁佢系真系一个。尤其是喺立法會裏面，佢真係一個好熟悉議會議事規則啊，係同埋佢做主席，我覺得都叫做合格嘅。但係佢最陰險嗰樣嘢係佢好合格，論述能力又高，辯論能力又高，又熟悉議事規則，又學識淵博。但系佢系一个阴险小人啊嘛，系唔系咁呢个阴险小人系唔值得尊敬嘅，呢个冇等好嘅呢、這个，同埋仲记唔记得翻嚟就喐？系啊系 啊, 啊，即系大家好似已经唔记得咗，其实咁又佢系一个贱人，就正正系佢可以利用主席嘅呢个职权，嗯，就可以去。玩弄呢个议事厅咧，其实一个最坏嘅人咧，就系咧，唔系佢做十样坏事，佢系、啊啊、偶然做一样坏事，但系佢其实佢即系佢可能做咗九样好事，就是、一做咗一件坏事，咁、其实大家都唔觉得佢系阴险上，即系你觉得你喺你眼中啊，即系大部分眼中觉得。曾玉成黑人憎啲定谭耀宗黑人憎啲？梗系谭耀宗黑人憎啲啦。但其实即系以我老豆嘅讲法就系、是，曾玉成系最阴险嘅小人。嗯，咪呢啲咪正咯，其实系啊，呢啲最成。同埋我咧就好似讲到
惊天地泣鬼神咁样，哎，哇！点解曾玉成原来有份啊？曾玉成有份有咩出奇啊？有乜咁出奇啊？其实系，佢睇下咩党先得噶，大佬啊，唔通佢系人民力量嘅咩？系你话大就有份，我真系出奇啊！出奇啲咧，叫做吓，咁系出奇。咁我亦都见到坊间有一个，我喺主场新闻度睇翻嚟嘅，咁佢就话立场新闻啊，哎 ，sorry， 系立场新闻度睇翻嚟嘅，咁佢就话流出呢个 WhatsApp 内容嘅呢件事嗰、那个嗰、那个主谋系边个呢 ?689 佢话。吓个689咁样。因为都叫特别喎呢度。唔系佢嗰个理据系咁样嘅，佢就话因为689知道佢过唔到呢个政改呢，咁佢嘅地位呢都可能岌岌可危啊。嗯。咁亦都咁。咁即系689喺个 group 度啊。咁如果佢奶撚咗嘢，咁搵边个上呢，即系你都要搵个人补佢个位噶嘛，亦都好有可能就系曾玉成啦。因为嗱，你睇叶刘淑仪已经玩捻完噶啦，佢玩捻完噶啦，佢冇啦。佢而家嗰个最大嗰个劲敌应该系阿田北俊，系咪啊？屌，但系田北俊佢唔做噶啦，我觉得佢，我觉得佢唔做，佢唔做议员噶啦，佢做特首嘛。得，佢攞唔攞到过半数，我真系好怀疑。佢俾人搣捻咗柴噶，你冇唔记得？嘿。你戏嚟嘅啫，唔系咯，自诛死地而后生啊！同埋你下一届都系嗰千二人选啫嘛，其实唔系。如果佢做嘅话，咁我会更加觉得即系俾个印象人哋，唉、哎，睇共产党吓几唔呢个唔计前嫌，系吓搣咗柴佬，照俾照拱佢出嚟啊！因为如果今次嘅政改通过咗，我当下一届如果阿田北俊真系想选，佢真系咁好彩俾佢攞到个过半数提名咧。交到嚟我哋市民嘅时候，佢嘅成数就好大啦。嗯，吓、啊、咁，但系喂，唔系啊，依家因为嗰千二人选继续佢哋话事，你点知啫？咁唔系我讲翻主场新闻嗰、那个立场新闻讲嗰样嘢啦。咁佢就话，咁就因为佢就想拖阿曾玉成落水吓，咁、所以啊，就呢个件事嘅幕后主谋咧，就系689。佢有理据嘅，佢就话曾玉成之前都有呢、這个。丑闻俾人即系有人窃听嘛，系佢都有呢个理据嘅。啊，系啊，系俾人窃听过噶嘛，佢系系咯咁样。呢啲都系，我觉得呢啲都系唔系应该咁讲。我觉得大家系唔需要急于去估边个系鬼嘅吓、啊，又或者咁样嘅，即系可能即系如果我系立场新闻咁讲，我一日写一个咯，可以。咁、我觉得呢个嘅方咁样呢就可以令到佢哋嗰班建制派继续鬼打鬼囉、我觉得係应该继续由佢哋鬼打鬼㗎，係呀，咁我哋当睇下囉，係呀，越爆越多越好，咁、你哋就互相指责互相推搪，张晓明就代替，即係佢都发咗言啦，唔、会再讲啦呢样嘢係咪哦，自动禁声，一声令下，佢话佢会收声，咁啊系啊，关你卵事咩？讲啊咁讲嘅啫。之前仲去同佢查罪啊嘛。系咪咯？啊系啦、啊，星期四六，星期五晚啊。五晚啊？星期五晚好似。系咪？我唔记得咯吓。咁啊，成班就走入去倾偈啦。真系奴才啊，奴才。系啊，嗰、那个气氛好，嗰、那个气氛好唔舒服嘅，即系仲难为啲嗰啲记者喺门口度影捻住啲车一架一架咁行入去咧，即系。我哋在于我作为市民，我睇住呢个画面，我就觉得哇，屌你咁呢班人一定系有阴谋啦！屌你咁样轮流咁样一个二个走入去，议员喎、啊，咪咯，议员喎、啊，我选入去同我交代嘛，屌你咁样你同佢交代，系咯，扑街，你又奇卵怪嘛？喂，嗱，即系我系，如果我系建制派啊，我系建制派，我系嗰班议员啊，其实真正应该大喊一声重启政改嘅，应该系嗰班建制派啊嘛。你俾返个机会我投票重启政改啊，你俾返个机会我投票吓、如果唔系我如何称为一个合格嘅议员啊，嗯，真正应该嗌重启政改嘅应该系佢哋喎，系咪先？咁但系依家唔撚系咯，屌你咩？你哋一个二个，哎呀，好撚惨啊！哎呀，对唔住啊，我错啊，咩咩，哎，最衰就系佢啦，咁样喊撚完一大轮之后，屌你咩？走入去中联办同人倾偈，几撚肉酸啊！呢件事。交代啊，就去交代，交代、啊，唉，真系，咁啊，希望仲有继续流出啦，系嘛？呢、這个咁嘅 WhatsApp 内容，我觉得系未完嘅，
啊，如果真係捉撚到個鬼出嚟，不過其實我都覺得捉咗個鬼出嚟都唔話你聽啦。以共产党嘅，其实我又觉得冇乜所谓。你捉到鬼又好，捉唔到鬼又好，话边个系鬼又好，边个唔系鬼都好，唔、系当我哋当笑料睇啫嘛。系，真系纯粹由头到尾都系花生。系啊，即系你见叶柳喊，我啊觉得好笑啊。即系你见阿田北辰两兄弟闹交，我又觉得好搞笑。系啊，越多越好。嗰日嗰日我喺茶餐厅睇到有人喺度讲，喂，睇下田北俊闹佢细佬，唔系闹佢阿哥。跟住隔篱嗰个阿叔话：，唔系田北辰啊，阿哥。嗰、个人系咁讲，田北辰闹佢阿哥。跟住嗰个坐喺隔篱嗰个阿叔话：，哎呀，你咁样，一阵间啊，你咁样俾佢听到啊，你支二千都冇得入啊。跟住佢话：，吓点解？佢话：你认错咗阿哥同细佬咯。唉，真系大镬。好笑你，我觉得好笑啊，真系。咁啊。跟住就系呢几日啦，吓咁啊，啱啱呢个系呢、這个呢、這个好多嘢讲喎，系咩？应该讲一节噶。哦、啊，咁啊，不如讲咗呢啲啦，呢啲。哇，琴日啦，就系琴日啦，系啦，系啊，琴日，琴日，琴日边个先？旺角，旺角打大交、啊，打大交啦、啊。其实星期六都有人打大交嘅深水埗。系咩？有一班南亚籍嘅人喺深水埗打大交嘅，跟住啲差佬走啊，但系系啊，啲差唔系走，啲差佬其实系谂住都系谂住过去制服佢哋噶啦，就攞晒警棍出嚟，但系点知嗰班南亚裔咧就唔揦你，就继续施怨，就系咁就咁打，啲差佬就见就控制唔到场面咧，就唯有褪后，系咪有咩分别？唔通唔系咁样跑咯，唔系咁跑咯，系佢唔系走头嘛，佢系睇住你哋打嘛，褪后两步，哎，安全啲吓、如果真系打起上嚟，呢班警察系唔够打噶，一定唔够，系一定唔够打，人哋开枪都唔捻掂啊，喺人哋南亚水尿拳，一嘢咁啊，撕开你两边，可以百分之。八肯定，百分之一百肯定，当时啲差佬肯定牛捻晒底，系啊，我百分之一千添啊，系啊，唔识应对，啲肯定喺肯定心谂，喂你打还打，唔好打到我啊，系最紧要自己安全，啊、你哋打埋先，咁啊呢、這个到寻日啦，寻、日就喺旺角嗰度就又系打交啦吓、一蓝丝对黄丝啦，又系唔系蓝丝对本土应该话系啦，蓝丝对本土啦。事源系咩啊？事源咧就系、本土派咧就喺西洋菜街就有个论坛嘅，系咁咧，跟住之后咧啊陈正心啊嗰啲咧。嗰、那个论坛系针对，其实冇啊，其实纯粹系有几个本土派嘅嘅成员啦，就咩组织我就唔系好确定啦。其实咩都系嗰啲咩本土民主前线啊，嗰啲咁嘅组织啦，咁就纯粹系讨论个议题，我都唔知道其实。唔系佢其实系咩嘅？应该系有集会喺旺角集会，系唔满意。一班上咗年纪嘅妇女，哦，即系同个论坛冇关啊！大声唱歌同跳舞，即系大妈舞啊！大妈舞，大妈舞，即系广场舞、大妈舞嗰啲，滋扰其他人士。跟住之后咧，就有同警员发生冲突。跟住之后，突然间咧，呢、這个爱港力同埋阿中义民团即系 Running Man 啊，咁啊亦都到场啊，跟住就同呢个本土派对骂。系咁啊，警方咧就。同警方即系本土派同警方有啲推撞啦，咁啊警方又释放胡椒喷雾啦，即系胡椒喷雾真系廉价啊，真系。系啊，跟住之后咧就又闹交啊，跟住警方就摆起铁马分隔两批人，跟住之后就混乱期间咧有一名咧男子就被带上警车，啊就系咁咯。咁但系我又奇怪系。系哦，即系嗰班陈正心同阿咩中中义民团嗰班人系因为嗰个论坛所以蒲头嘅集会啊，个集会系哦，就咁啱就遇上个嗰件即系嘘班大妈嗰件事。诶，佢嗰个集会系针对啲大妈嘅。哈哈哈哈哈。哦，你有冇出过旺角睇到啲大妈？有，其实好耐噶啦呢件事就都几个月啦，都好好耐。喂，唔系，但系咧，我今日我记得我睇过条片咧，就系点样咧？就系佢就系嗰晚系咪嗰晚？早啲夜晚拍嘅咁嘅条片，咁佢就暗示啦，即系呢个都系拍嗰条片嗰个人嗰个推测嚟嘅，就系、是、有阿叔走埋去问价，就怀疑佢哋系卖淫嘅。
咁我就望住嗰班阿姑呢，其实就同我印象之中喺嗰度跳舞嘅嗰班呢係有啲唔同嘅。之前呢嗰班喺嗰度跳舞嗰班人係个个都好奇装异服㗎嘛。係呀係呀。鍾意摆隻狗喺个头上面度跳㗎嘛。係呀係呀。嗰班就係、是、即佢哋一好耐㗎啦，佢哋喺嗰度跳。吓、啊，佢哋就企喺嗰度好耐，好耐喺嗰个戏院斜对面嗰个E字位嗰度、啊啊。我怀疑系有一啲组系有组织帮佢哋安排嘅，吓、嗯、系、啊、有组织帮佢哋安排，即系音响啊、keyboard 啊，去帮佢哋，即系佢哋嗰时 live 嚟噶，佢哋嗰个音乐系咁啊，有啲奇装异服嘅人喺嗰度跳舞咁样，系我都唔知道系由几时开始多咗一班所谓嘅大妈。吓、啊，嗰班咁嘅女人，因为其实之前都有嘅，就系话譬如屯门，之前都有人曾经讲过就系屯门市广场啊，后边有个公园嘅，系啦，嗰度有个公园嘅旁边嗰度，即系就系 B 3 X 个巴士站隔篱嘅，系嗰度有个公园嘅。啱啊，跳完大妈舞就可以翻上去咯。系啊，系啊，但系即系佢哋系喺嗰度系会有啲。有人会曾经见过怀疑一啲不道德嘅交易噶嘛？吓咁、啊、都唔顶啦，吓、啊、唔知啦。咁因为你怎样睇嗰班师奶？一个正常嘅师奶，除非你系喺香港冇人冇物嘅啫。如果唔系，你点解咁得闲嘅咧？由朝跳到晚吓，唔、啊、系我唔讲佢跳几时先啦，即系喺呢个时候，大家食饭时候，你唔会咁得闲喺度跳舞噶嘛、哦。你正路都喺屋企煮饭做家务嗱、啊，正路啊，我讲嘅系正常嚟讲啊，一个咁样外表一个阿婶吓，咁、啊、你话唔系？屌佢呢啲孤家寡人系嘛，女强人嚟嘅，佢日头翻工吓，夜晚唔系嚟呢度 relax 咯，咁你点样申请嚟香港噶？咁、我又睇到有啲人讲呢、啊、就呢样嘢呢似当年嘅重庆。係。薄熙来时代嘅唱红打黑。哦，即係嗰班都系收钱嚟。係啦。但佢哋又唔系唱嗰啲呀。其实系我又唔一定要唱红歌嘅啫、啊、你其实系塑咗一个文化出嚟嘅就系。塑咗个文化，因为呢样咧，呢样我又想讲。啱啱嗰日星期日咧，我睇 Running Man 啊，唔系真系韩国嗰套 Running Man 啊，我唔系睇嗰条贼咯，我睇 Running Man 咧，咁佢哋嗰集咧就去咗一个穷乡僻壤嘅一个地方咧，叫做吓，咁嗰度嘅地方都系好啲好简陋嘅商店啊，嗰啲人仲喺度朝头早仲喺度批嗰啲红纸啊。即嗰啲茄子咁，即嗰啲咁嘅嘢啦。咁咧，佢哋走埋去同佢哋唱歌跳舞吓、啊。即你睇到嗰班阿婶咧，都好投入噶，同佢哋陪佢哋一齐跳咯吓。咁、啊、样，即我即刻谂起，啊，即系真系有呢种文化流传落嚟嘅，即喺上一辈嗰度吓，好踊跃嘅咁样，即好似我老豆嗰啲咁样啫嘛，系咪？佢夹嗰啲乐团咁样，都有好多。去表演嗰阵时候都会遇到，系啊，好多阿叔阿婶都会走出嚟跳舞咁样噶嘛。咁但系喂，屌你咪大街大巷啊！依家我讲紧，系咪先？唔系一个咩宴会场合啊嘛？大街大巷，即系你突然间你走一扎人，系的而且确好令人怀疑嘅佢哋嘅来历。嗯，我就系觉得系咁样咯。我觉得唔使怀疑啊，如果真系有组织嘅，一定系共产党组织噶啦。系。系，但系我又唔排除呢一个系一个买人集团操控嘅一啲141就系新款嘅141啦嘛，新款141点样？我一日咧，我去八下嗰啲日本网站咧、啊，日本嗰啲应召女郎网站，咸西啦，唔系咸西，冇嘢睇噶，佢哋唔系叫应召女郎嘅，佢哋叫风俗，唔系佢哋都唔系写风俗。我唔记得咗个字佢写咩，总之个网站咪包装得好靓嘅。咁呢佢哋入面呢佢就话佢就标榜自己呢嗰啲系韩国嚟嘅女仔嚟嘅。咁佢哋嘅收费呢佢哋系有会员制啦。佢哋又唔知点样储分啦，佢哋亦都同你对啲女仔分 grade 啦。嗰啲系千几蚊到几千蚊港币不等嘅，我记忆中系。咁佢哋都系留低个电话，即系你要入会啦。咁然后你
打个电，即系佢标榜到系好简单嘅。总之你揾到间房先，嗰个嗰一区咧，佢话嗰一区原来系有好多嘅呢啲咁嘅时钟酒店噶。咁你去到嗰区，你揾到个酒店，你就打去呢个会嗰度，就同佢讲你要个咩 grade 嘅，咁佢就会揾个女仔上嚟揾你噶啦，咁、哦、样嘅。系咁，我又讲少少啦，我。上个礼拜喺你有帮衬嘢啊嘛，你有帮衬、哎，我唔系帮衬呢啲。咁咧，我咧就 send 条 link 过嚟，去睇下飞唔飞嚟香港。咁我去日本做嘢啦。咁、即系夜晚啊，同啲客咧就去咗饮酒啊。咁咧，去嗰啲饮酒嗰啲地方咧，就会员制嘅，又系即系写住上面写住汉字，写住会员制咁样啦。咁你入去，你入去咧，佢咧有好多咧，着到好性感啊！嗰啲女仔嚟招呼你嘅，啲坐喺度咁样嗰啲咧，系咪我哋睇嗰啲咩夜王嗰啲吓？系咪夜王嘅男人嘅？啊，系啦，系即系嗰类即系猪片晚装咁样啦。好靓嘅，跟住之后咧又即系嗰间嗰个嘢又好靓嘅，咁又似即系佢有啲咧，佢有啲咩有啲头牌嗰啲女仔啊，跟住有啲第二、第三啊，跟住咧就唔同价钱啊咁、但系佢哋嗰个即系我有问佢哋咁即系会唔会涉及到啲不道德嘅交易啊？咁佢哋又话呢啲冇嘅吓，即系如果系不道德咧，都系私底下同系系系，即系刀立水箱讲嗰样嘢咯。啊，系啦，刀立水箱，你冇睇过啦，你冇睇啦，算啦，算啦。咁佢哋就即係好专业嘅，即係佢哋做得好专业嘅。陪酒啦。陪酒啊。即係佢哋唔觉得係啲唔好嘅嘢嚟㗎。喔、哦。即係嗰啲女仔唔觉得冇问题㗎。吓。因为佢哋有好多我即係跟住之后咁佢哋啲英文就唔係咁好，咁我又唔識讲日文啦。咁、我同佢哋溝通就比较少。咁喂，咁你真系有帮衬我喎？咩啊？唔系啊，唔系仲坐喺度咯？哦，系坐喺度咯，唔系口讲，坐喺度咯。系跟住坐咗我谂一个钟头到啦，跟住之后就去食嘢啦。系即系我哋自己嘅嗰啲，如果因为原来同咗呢个仔出街咧，要俾好贵嘅。系啊，要俾好贵啊，仲要咧等佢收工先可以出街。咪就系好多嗰啲 A V 女优冇做之后咪。都有做呢啲咯，哦系啊，即系啲人讲嘅话，唔知去过边间，又唔知遇到啊边个咁样啊，系啊，做牛奶咁嗰啲，做样做奶，啊流传啦呢样就，又见到香蕉奶，又见到草莓奶，香蕉奶屌，咁啊，草莓奶而家嗰啲人唔识噶啦，系嘛？而家啲细新嗰啲应该唔识噶啦，新嗰啲唔识噶啦，即系啲川岛和津实嗰啲未必识噶啦，连珍珠嗰啲啊，哇，欧捻都无论啦，咁啊，咦，我哋头先我哋讲嘅咩噶？讲旺角大教，讲大妈，咁啊，咁啊，寻晚嘅行动就我就睇呢个坟场新闻啦，咁佢就话非常之失败啦。失败嘅意思就系因为俾陈定森嗰班友转移咗视线啦，系咁、就咁呢个就好无可厚非嘅吓，咁、你即系嗰班人杀到你，唔通唔屌柒佢咩？系嘛，即系唔通由佢哋喺隔篱嘈，我哋冇捻理佢吓，我哋继续嘘呢班大妈咁样，即你好即好难嘅，我觉得系。喂，佢嚟到梗系打佢哋先啦。咁、就结果就系、是。男师打喐手打交啦，喐手打人先啦，吓、即系其实好多片都影到啦，系佢哋喐手打人先啦。咁结果班警察又系呢头拉完嗰头放，大家仲未吸收到上年10月3号嘅教训啊。其实一个翻版嚟嘅，系啊，即系我都睇到啲迷你版，睇到啲片就系、是、个。两个疑似便衣定系好似便衣，都搭住个男尸嗰个膊头，系咁牛耳仔讲嗰啲嘢，跟住转头就后面有两个阿叔就冲去前面就系咁打，即系疑似作状去打啦，打啲本土派嘅人，跟住转个头本土派啲人向前冲，差佬就喷胡椒喷到冇啦，即系由头到尾都系。差佬同埋啲男尸系其实系都系面向住本土派嘅人嘅，系啊，即系大家又系吸收唔到10月3号嗰个教训。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唔需要。系，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吸收啊，即系唔需要吸收啲咩教训。系咩？由佢咯，我觉得你差佬做得
原谅。唔系有佢嘅意思系，即系就算你系要去真系报警嘅，佢、都唔会锄佢噶啦。哦，咁啊系，只不过嘥你嘅时间啫嘛。唔系，即系你有时就系嗰个位你蚀咗嘛，就系、是、即系明明系大家喺个混乱之中咁样无端俾班男子打湿一镬。我觉得点即系蚀唔系你冇去报案嗰个蚀啊嘛，蚀系你做得。本土派嘅，你遇咗呢啲情况，同埋，我觉得系我反而系吸取一个教训、就是，就系下次再有咁嘅情况出现咧，若果系本土派嘅人数唔系太多咧，就无谓同佢哋硬碰硬啦。我觉得，嗯，系啊，反而我哋人多，即系好似上次我哋光复旺角嗰次，人多就。乜都得噶啦，叫做吓、啊，就比较容易啲，即系自己个人身安全会有啲保障咯、啊。嗯、其实今次呢次其实确实嘅人数我就唔知有几多人出咗去啦，吓咁、我见其实即系大家冇乜优势，应该话双方都冇乜优势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你有啲再有啲咁行动，其实真系要救人多，男司自然会咬底嘅，其实。嗯其实人多差佬都咬底啊。系，咁啊，唉，唔系咁啊，咁我哋都要抱歉啦，我哋冇去支持。其实唔系，因为我完全唔知啊，系我真系完全唔知有呢件事。系啊，若果系真系知道有啲咁嘅事发生咧，真系我相信应该会去了解一下情况。其实，尽量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喺呢个宣传上都要。谂一谂方法啦，谂一谂方法啦，吓，加油，加油啊，左教，加油，哎，俾掌声自己。你嗰啲打交，今日黄之锋都俾人打喎，系啊，哦，凌晨时候啊，凌晨时候，咁啊，佢同佢条女就喺街度奥海城附近，大角咀啊，个大角咀啊，咁啊，行过一对。又系另外一对情侣嘅身边嘅时候，就俾人追打啦咁。跟住嗰个人话打你又唔需要理由喎。站喺共产党嚟讲，其实系。唔系，我哋唔好谂到呢一步先。即系我头先我都睇到热血时报去 post 呢段文嘅时候咧，我睇到都一啲人嘅 comment， 我都觉得好唔舒服嘅吓。即系我试过俾人打啦，我都试过喺街同人打交啦，吓、即系我唔系讲紧即系占领嗰段时候啊，吓、即系我都试过喺街同人打交啦。咁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即系我哋作为俾人打嘅一方，作为俾人打嘅一方，老实讲，十几岁僆仔系嘛，即系都未学过功夫啦。你估真系海豹特击队咩？屌你老味，你文汇报啊咁讲嘅系咪？咁大家都知佢咩料啦，系咪？咁你同个女朋友一齐文弱书生吓，咁、你同埋个女朋友一齐，咁你当有一个人系真系盘住个心态打你唔使理由嘅心态去打你嘅时候吓、你系冇得防嘅。我想讲嘅系，你冇得防，你亦都冇得避，你都好难走。吓、我唔系，无论你话还手系啦，我系觉得你最叻嗰人就系走嘅啫，系咪？喂，佢盘住个心啊，喂，佢唔系话行出嚟，即系嗰啲，我谂我哋僆仔可能我哋都试过啦，系咪？遇到嗰啲咁嘅所谓嘅黑社会，僆仔有冇钱啊？即系走埋嚟吓你嗰啲，其实佢哋都唔敢打你噶，嗰啲人，系嘛？佢想问你攞几蚊鸡黑啫嘛，佢哋走埋嚟，系咪？好兴嘅以前，好兴有好多呢啲人噶，咁但系你嗰啲，你够胆吓翻佢，可能你会吓得佢走啊！但系喂，依家唔系嘛，佢真系走埋嚟，佢真系走埋嚟打鸠你啊嘛，系咁你想黄之锋点啫？系啊，其实真系冇得避啊，系啊，冇得避啊，吓、即系我尤其是我睇到嗰啲话咩自己条女都保护唔到，因为讲佢条女都有俾人打嘛，咁呢啲就太过不问立场啦，系啦、即系我又唔系只问立场啊，只问立场啊，即系你系咯，唔使咁样去睇呢一件事嘅，系咪？你话只不过系不幸嘅系人系。
我哋识你系黄之锋啫，系咪？其实你应该又调翻转讲啊。咁呢次系黄之锋啫，下次就唔知会唔会系你哋啲人咧？系都有机会噶，即系大家都系出嚟做抗争嘅。咁梗有啲有头有面，即系叫做有名有姓嘅人噶啦。系，梗会有啲危险嘅，梗会俾人点到上噶啦。今次黄之锋啫，下次可能岑奥辉，再下次可能系阿郑松泰，唔一定噶。亦都可能系黄杨达，系咯，系咪？佢搵五个人仆你，你唔死啊？系咪先？你冇得，你即系你咁样去笑鸠人，我觉得系实在太过。佢始终都系学生嚟嘅，吓、啊、太过低劣啦！我觉得呢个行为。咁唔通真系你话即系为咗保护女朋友，真系受到咁走去一个打两个咩？冇可能吓、啊，即系唔好咁啦。有时啲嘢系嘛吓，你遇着一啲咁嘅黐线佬。系嘛？咁你真系冇办法噶，系嘛？你只叹你自己好彩，人哋认得嗰个唔系你啫，系咪先？你何必咁样话鸠人咧？即系我讲你何必咁样话黄之锋咧？咁样吓，咁、啊、你会睇到咯。你已经香港系已经去到一个可以无法无天到咁样嘅地步嘅一个城市嚟嘅。系咪嗰两个打完之后都吐虚啊？正路都系啦，我冇详细新闻，我冇睇啦。正路差唔多拉唔到人嘅、啊。我净系睇到学文思潮佢 po 晒黄之锋嗰段嘢啫。啊，咁正路都走啦，打捻完你我唔走咩？打捻完你企喺度拉我一笨贼咁啊，就唔会啦，系咪？啊，同埋玩下手拉佢，可能佢都系我告你两个殴斗咁，你都几恩头痕啊？一啲出名嘅人就出入小心啲啦。唔知我哋使唔使咧？系啊，我哋其实都要小心啲嘢。系啊，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小心啲。屌你咪，爱港之声喺隔篱噶，扑街！唔系啊，咁你而家叫做越嚟越多大陆人嚟咗香港，其实咁治安一定会变差噶啦。哦，咁呢样又真系咪先？啊，姑母娘你过马路又好，吓、啊、行紧街又好，咁、见人就睇人，见车睇车啊，真系。系。咁四十五分钟我哋哇，我哋讲得咁少嘢啊，系啊，再讲咯，再讲多少少啦，讲要谂就唔好讲啦，帮讲而家家事啦，哎、好啊，好啊又系早两日嘅一件大事，星期几啊嗰日系星期五啊，上个星期五啊，呢样又系我完全唔知有呢件事、啊哎，其实我有去到 Mega Box。吓、啊，咁但系你唔系因为而家家事啊嘛，而家家事嘅，我系去吉之岛。买嘢，吓，即系我屋企最近嘅，系吉之岛喺 Mega Box 啊，跟住食埋饭，走嘅时候冇吉之岛噶啦，依家伊蓉噶，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我又。我好记得八半啦，不如你讲。我记得上有冇睇过套戏《下妻物语》啊？心田公子。哇，好耐噶啦，系啊，好耐噶啦。我好记得，我永远都会记得嗰句对白。Lolita 啊 ，Lolita， 咁佢系好，佢系过紧 Lolita 嘅生活噶嘛。咁佢话佢系形容系老土嗰啲乡下人先去吉之岛买嘢嘅。咁又真系、哦，吉之岛系啲乡郊地方先有。你城市唔见嘅，我唔知啊，日本系嘅咩？系噶，你喺新宿啊，即系你东京咧好少啊，你喺新宿啊，好、哦、少定冇先？你要去到好远咯，即系你东京好大噶嘛？系啊系啊，咁、啊、但系你基本上喺东京市，即系新宿啊、池袋啊、银座啊、涉谷啊嗰啲，全部都冇吉之岛呢样嘢，即系冇伊洋呢样嘢。伊势丹咯、啊，我记得日本最出名嗰个伊势丹啦、啊，即系山手线会出现嘅。系啦、啊，山手线。O K， 咁唔怪得啦。吓、啊，咁你继续啊。咁系啦，咁我又完全唔知道话咩而家家先一节。我去到知咯，我去到就啊咁、啊、多人嘅，点解今日？吓、啊，跟住之后我老婆先同我讲，诶、哎，今日而家家先一节啊。哦，咁啊，喂，咁啊，而家家先一节，咁啊上去睇下啦。咁啊八点零钟咁上去，哇，已经排晒队。哦，跟住之后哇排队，跟住之后行入去啦，跟住之后。啊我见到呢好多人呢就喺度嗱一阵间呢入去睇呀嗱一阵间呢攞呢样攞嗰样攞呢样就攞嗰样跟住我又听到有人同佢讲诶咁我唔要你折咁一阵间11点我先嚟买咁你有冇送货呀跟住之后高人话你唔要我折你点解唔而家买呀11点我冇送货跟住之后嗰个人嗰、那个即系嗰个职员就话即系嗰个人就同个职员讲我唔得闲呀跟住佢话你而家喺而家㗎喇你而家唔得闲，跟住我觉得好搞笑呢样嘢，咁反智，惊
知道你而家就喺而家，但你而家就唔得闲。咁我大捻镬啦！咁你呢个而家我嚟做乜嘢咧？咁样咁啊，好笑！我收到一啲消息啦，就喺我就呢个消息系嚟自一个喺而家假设翻工嘅人嘅。咁佢其实喺嗰晚咧，佢系完全系冇增加到人手噶。嗯，哦，吓，所以就出现咗一个咁庞大嘅混乱咯。我都收到消息啦，我消息就一个人喺 MacBox 度做的，咁佢就话咧，咁而家冇俾钱 MacBox， 咁咧 MacBox 就梗系唔会帮你维持秩序哦。OK， 咁佢又太多，即系出入口太多啦嘛，系一次过又涌晒，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啫，因为而家就好明显系冇呢个咁嘅。经验，即系以我哋咧，佢唔系低，佢又即系低估咗香港人嘅购买能力，系购买一折货品嘅能力啦。跟住之后，其实我哋咧，即系你好似年宵咁，其实温维嘅啫嘛，系啊系，佢又唔系四通八达咁冲上去，咁自不然就失爆你个 MacBox 啊！你咁佢系大安，佢系大安旨意得滞啦，即系冇谂到真系咁踊跃嘅，我都冇谂过咁踊跃，我走嘅时候搭的士走。哇！塞车塞到爆，九点做嗰时，因为我之前都知道系有呢坛嘢嘅。你唔早啲讲吓，唔系因为我第一我去啦嘛，唔系第一我冇谂住去，我点都冇谂住你去噶嘛，屌！即系第一我冇谂住去啦，第二我就系即明知道一定系蜂拥嘅，虽然系半夜吓，就谂下你香港人呢占小便宜嘅心态，呢啲咁嘅情况。仲唔把握机会咩？呢啲系冲正总咁咁多人就系咯。香港独立都即刻嚟啊！我有啊，金粉饼啊，系啊，金粉饼，佢真系好核突啊！即系有时口味嘅嘢，真系唔系大家都接受到。全男女啊，真系核突真系。唔系，而系咩啊？唔系问题系，你话佢系边个都得啦，屌！其实啱啱我而家讨论嘅就系有某主持又开张相出嚟，系呢个波多野结衣嘅新作，其实系叫做《金粉奴隶搜查官》啊。我完全唔理解呢啲咁样嘅系列系有咩好睇其实咧，好味嘅嘢。而家咧嗰啲 A V 咧，即系我讲而家，唔系即系 now， 唔系 IKEA， 唔系 IKEA。而家嗰啲 A V 咧，即系我去抽叶员嘅时候咧，我发现唔知系咪因为个汇率平咗咧，其实真系唔系好贵嘅。你上网买仲平。上网买冇逐只拣咁咩？上网买300 yen 嘅咋？有乜千啊？三百啊？有乜新？有乜试睇试机？嗰啲好旧嘅嗰啲。唔系一啲啲，我见你上网买就有好多系佢唔知抽样特价定乜鬼嘅。我见到我烦到我。烦到我你买唔到，我话俾你听。烦到买我唔敢睇啊！跟住我见到有啲咧，我见到有一只咧，又摆咗喺嗰啲箱度啊。咁啊，我喺度抄啦，因为我想买只翻嚟俾你哋。咁跟住咧，我见到一只咧400。其实你有买到嘅，你唔攞出嚟嘅，你冇俾我哋嘅，我唔紧要嘅。你冇睇完先俾我哋啊？鬼头嗰只，鬼头淘菜，鬼头淘菜，新嘅唔会咁平啊，贵啦嗰个，系啊，3000 yen 啊。喺港纸200多蚊都 OK 啦。我见到一只咧，咩素人12小时300 yen。哇！但我见到好核突咯，我本来想买嘅，但系好核突啲样，所以冇买到。仲有呢，我发现呢，阵间先讲。係阵间先讲。我哋讲返而家家私先啦。咁、其实喺今次呢一个一节呢件事件，即係我上网睇到有一个据称自己系职员嘅人就抱怨啦，喺个 Facebook 嗰度就话咩又要嚟买又要嚟锁一节货，你明知唔系全部都一折㗎啦。咁、然后问我冇货冇货你屌鸠我屌你呢啲人同蝗虫咁样分别啫。係咪有时啲蝗虫嚟买嘢都有礼貌过你哋啊。咁样。我咪就係、是、即係你依家呢个情况你就会睇到啦。我哋头先我哋讲嘅一啲小道消息啦係咪冇增加人手啦佢亦都冇搵 MacBox 配合佢嘅维持秩序啦咁样。咁你变咗就係话啲人入嚟都经历过一番嘅困难，
即系你唔同平时，如果我系平时咁样大模私样咁行入嚟，喂有冇呢件货？冇我屌你啊！你学乜人做开门有做生意啊？即系如果咁样，你话我横猛啫、嗯，即系可能佢喺入嚟嘅途中已经系天生猛，系啦，打仗咁样接入嚟嘅时候冇货，仲有其实咧佢好少嘅、啊，一折嘅货品真系好少，系，好取巧，其他嗰啲八五折。系家私冇一折啦。其实佢个通告都写到明咧，其实系好多嘅货品一折起啊，系一折起啊，咁佢又冇话全部货品一折，系咁、啊、就其实就大家我相信即系唔系希望大家就遇到有啲咁嘅优惠嚟讲，大家唔好咁真心交，以为真系一折真系有着数。其实咧呢啲咩一折啊嗰啲嘢真系。冇咁着数嘅，系啊，同埋你要预咗大部分都系食一蚊鸡都唔系净系到一蚊鸡啦，同埋你要预咗大部分都系仓底货嚟，系即等于你去欧力买嘢，咁其实好多嘢都系即卖唔去啊，即一定啦，真系嗰啲上一季嘅嘢啊，即啲款勾勾地啊，拣无可拣，你去到、啊、你去到我听我睇新闻，有一个人话，诶、哎、系啊，一折咁多谂住买张凳啊。买张凳啫，何必呢会唔会太辛苦啊？系，同埋系，即系我记得咧，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 Facebook 嗰度睇到啦，就话有一个玩具开仓啊，吓、啊、好多高达模型啊 ，M G H G 嘅高达模型，系火炭咁样，就哇$82，我屌真系咁卵抵。之后我隔篱就有一把声音走出嚟。冇谂啦，去到就卖晒噶啦，咁啊。其实通常呢啲佢 Facebook 话俾你听有，去到就得翻好少，根本你就唔知道点解会有啲人一早知道会走去买嘅。你明唔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永远你去到嘅时候咧，通常话冇噶啦，就系咁咯。通常都系啊，即系你即系你估好嘢咁容易。奶到嘅咩？系即系你仲有好多人会相信系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唔怪你香港人咁捻易呃啦，屌！即系其实你见到喺个即系当日好似接近11:00十一点几啦，而家先就出咗个即时嘅 status 咧，就话里面已经系所有货品都已经系卖晒啦，咁大家就唔好再。过嚟啦，咁样十一点开始，十一点几系啊。其实好似话半个钟头已经系买晒所有嘢嘅，系、啊。跟住又下面啲风冚留言喺度狂闹啦。咁其实当然，即系我都刨咗啲留言，其实都其实系抵闹嘅，系而家系抵闹，而家系抵闹呢一即系安排得唔好啊！即系你啲员工都话啦，即系冇增派人手啊，亦都唔肯俾OT 钱 make a boss 去安排啲人手去处理人流啊！呢个系而家家私嘅问题啦，抵屌啊！系你即系。当亦都有啲我觉得係刁民啦、啊、即係你唔好以为即係优惠嘅嘢咁容易得到先得㗎、通常优惠嘅嘢都有限嘅、有啲人就话咁你应该係譬如当呢张 sofa 你有几多个货你都要同人讲㗎嘛，咁咪我嚟到就我嚟到唔係白行一趟，其实真係会唔会太㗎，我想讲呢嘢太㗎，我想讲，如果我而家家私咧，我就会复翻佢。你下次上嚟买呢张家私嘅时候，你上网 check 下冇货啊嘛，柒头，上网睇到嘅，屌你，戆卵鸠，唔系即系咁讲啦。我成日都以为咧，经历过今次政改之后咧，香港人会醒目啲，原来唔系咯。啊，都依然系咁易呃噶，啊，屌你老味，真系奇靓怪。咁啊，苹果亦都即系跟得好贴啦，亦都都唔知系咁啱撞到啊，定系约埋，嗯，又影到阿之峰哥同埋阿叶宝林啊，真系啊，咁啊，当然咧，亦都有啲应唔应该批评阿叶宝林嘅，其实。点解呢？即系作为一个左翼主义嘅人，其实你系咪应该即系佢哋即系成日都好闹呢个资本主义嘅嘢？哦，帝国主义啊，资本主义。咁你或者系嗰啲大集团嘅剥削啊啲啊，咁而家家私算唔算一个大集团呢？其实啊，哇，咁啊真系。唔系咁，当然啦。咁我又会认为即系咁样抽就有啲假嘅，有啲左翼着 gap 噶。吓、啊，我冇问，我咧冇问题，系冇问题。其实你系无可避免嘅，因为始终你喺香港生活，唔通自己买嚿木嚟斗木咩？其实，唔系啊，学佢哋嘅讲法，佢哋应该咁做噶。我觉得嗱，你咁样讲咧，就即系同我，即系我哋就可以咁样讲。系，但系佢哋咧。
佢哋嗰个佢哋嗰个諗法呢同我哋唔同㗎嘛。係、哎、我太好心。係佢哋真係会觉得即係呢我有之前我睇过一个留言即係讲北京呢有啲天桥底有人烧嘢食呢。咁、嗯、跟住之后呢有啲左交啦即係我都有啲左交朋友嘅。咁、嗯、我就会话啊睇下北京呢啲人可以喺天桥底烧嘢食。我哋真係要諗下我哋香港嘅公共空间究竟点样运用。哦，即系佢哋咁嘅意识，佢哋、都系咁嘅，佢哋有咁嘅谂法，其实佢就应该实践出嚟啦。佢自己就唔应该去买 Gap 啊，嗰啲大集团啊，就应该自己去印衫啊，整件白色嘅汗衣咁咪 OK 咯、啊，自己织布。系 啊， 啊，即系如果你有咁嘅谂法，你会继续做咯。咁啊，家私比较难少少嘅，其实系同埋可以要买而家咯。同埋系你即系你嗰种，即系如果我真系要从呢个方向去话叶宝林佢哋嗰啲人啊，就系话你要趁人哋一折嘅时候，你先入去买呢啲根本就剥削之中嘅剥削啦，系咪先？你睇下啲员工几捻咁阴功？唔系，可能佢又会话佢话，诶、哎，如果我哋唔去买呢啲咁嘅货，啲货可能当垃圾咁抌咗去噶啦。系咁啊，就破坏地球生态啦。咁样咁啊，变咗就咁。如果继续循环落去，就乜鸠都佢哋讲晒噶啦。吓，好休息下先啦。好。
Yo， 翻嚟第二节，翻嚟 ，Hello， 吓、啊，咁就啱啱听完一首歌，嚟自日本嘅独立乐队，叫做 The Fin 啊 ，The Fin 系啊 ，F I N， 哦 ，F I N The Fin 吓，系，咁佢嚟紧会嚟香港嘅，嗯，啊，咁就一队嚟自神户嘅乐队啦，系，吓、啊，咁又7月3号、嗯啊、就星期五嚟嘅，咁就喺呢个西湾河蒲吧就会有佢嘅一场表演。哦，咁就门票呢，咁就而家预售飞呢就240，就 online 买呢就250，啊咁就 walk in 呢就280。online 买仲贵份。多10蚊手续费啦其实。咁、嗯啊、就买飞嘅可以去呢个 Voice Noise 啊、嗯、即係太子嘅 Voice Noise 啊、嗯、或者你可以上网买啦、啊、上网买就我都唔知道。都话贵10蚊囉。贵10蚊咁方便啦嘛，唔使特登搭车去买嘛。咁、啊、就大家自己 search 啦，喺 Facebook search 返去场 live 啦、嗯。其实呢对嘢就好高评价嘅。一啲都唔似日本乐队。一啲、哦、完全一啲日本 feel 都冇嘅、嗯。一听落去好欧洲啦。好欧洲 feel 啦。咁、啊、就即係咩 style， 其实我又唔知点形容，其实係比较点呢，清新啦、啊，吓、啊、你我又唔觉得佢好清新，有少少迷迷地咁样啦。哎，我都唔知点样去形容佢啲 style 啊，你自己去听啦。咁啱啱嗰首歌其实叫 Next Time，Next Time，Next Time， 但系佢又 finish 噶咯，吓、啊、又 Next Time 咩 finish 啊？唔系，我觉得佢改一个咁样嘅 band 名好，佢唔系 finish the fin fin F-I-N, fin fin 唔系 finish。唔系啊，你 fin 咪系你日本好兴噶嘛？系佢嗰啲咪佢完咗咪写 fin 咯？佢唔系写 finish 噶，佢写 fin 噶 ，f i n 噶。哦，咁我唔知佢个名字有咩意思啊？系啊，恋爱世纪系啊，最尾嗰集 f i n 系啊，即系平常系 to be continue 或者 zigzigu 咁样噶嘛。哦、但系佢最到最尾嗰集写 fin 噶嘛？嗯，我唔知啊。咁又点即系点啊？我冇，我觉得、哦、我觉得即系 fin 完又 next time 咁样啊，系啊，好自掘坟。咁啊，咁 Final Fantasy 都出咗咁多集咧，唔系咁啱。佢 final 嘛，佢唔系 finish 个 fantasy 嘛 ，final 系最后尾、啊。啊，算啦，不如吓、啊啊，哦好啊，你冇乜结果嘅生闹嘅。我曾经咧，我曾经咧，我好多年前咧，我好多年前咁露营啊。嗯，露营啊，咁时拎住吉他去露营啊，记得文青啊，屌，咁咧，我喺嗰个营地嗰度咧，认识咗个鬼佬啊，个鬼佬，咁佢都识弹吉他嘅，咁嗰晚咧，我用我啲好有限嘅英文度同佢交流下啦，系咁样，咁我就弹咗啲 Beyond 嘅歌俾佢听啦，咁佢今天我，系类似啦，当年嘅我系咁上下啦，咁咧。佢就问我呢对 band 个名系咪就系即佢就指啲名啊？呢个系咪就系个 band 名？我话系啊 ，Beyond 咁话，佢就认为咧呢、這个名咧争少少，应该加多个问号喺后边，吓、嗯啊、Beyond 咩咧？吓、嗯啊，即系如果你就咁样 Beyond 就即你好唔知 Beyond 做啲乜嘢嘛？吓、啊，即系如果你话 Beyond 咁，你就有好多嘅幻想空间喺入边啦。咁如果你想知道，咪就系听佢嘅歌，你咪会揾到咯，咁嘅意思，即系佢系咁讲啦，啊，都题外话一。鬼佬都系唔识中国人嘅留白啊，真系。你老味，咁你又冇得讲个英文名啊嘛？真系大捻镬。咁好啦，我哋跟住落嚟讲嘅，讲下一个，讲下啲 game 啊，不如。讲下啲 game 先啦，咁、最近你哋玩有隻 game 玩得兴高采烈喎、啊，你哋 delete 咗系嘛 ？delete 咗啦，屌！一开始我俾人误导啊，真系 download 嚟玩添。我中伏，我中伏，伏咩咧？伏咩咧？咁啊 ，sorry， 头先我嗰首歌讲错名，唔系叫 next time， 系叫 nice time， 夜晚嘅时间、啊、即系我哋头先嗰五分钟讲嘅嘢系废嘅，争拗嘅嘢系废嘅，真系。唉。喂喂喂，唔系呢首歌手《Nice Time》嘅 MV 好睇，条女好靓。
讲完。哦，好，咁呢个你系香港人嘅呢个 app 啦，吓咁样。中伏啦！你即刻开嚟睇。有啲你知唔知呢啲好容易，即系好容易吸引到我噶嘛？系咁就本土嘢啊！本土嘢啊！即刻入去啦！咁我玩咗头几关都冇乜嘢嘅，因为我净系玩咗头嗰几关啫。跟住我就推介俾 Sam 嘅，喂，你玩呢个啊？呢个你系香港人咁样，跟住之后玩啦。咁啊 ，Sam 就继续喺度玩啦。系咁啊，玩玩下，跟住之后发觉好唔对路喎。系越玩越服啦，其实系啊，越玩越服啦。跟住之后佢讲咗，即系有啲问题，即系讲下啲维稳嘅问题啦。即系其实都几引导性嘅，系即系嗰啲预设答案啦，其实预设例啦，吓举啲例啦。咁呢个啲就系 Sam cap 图出嚟嘅，就系话2012年由泛民举行嘅五区公投或者系补选入边共浪费纳税人金额。几多呢咁样即系你三个选项就全部都金额嚟㗎啦。咁、啊、但系问题系你用浪费纳税人呢一个字眼就好明显就系、是。好明显啦呢个。已经唔系香港人啦。係啦咁另外仲有系呢条啦 ,2014 年9月至12月期间占中示威者霸占街道清言政治抗争他们的行为合法吗咁有三个选项嘅。啊合法不合法咗呢以上街市。唔主要合嗱第一个选项就係合法且受基本法保护。第二个选项系所谓不合法系政治打压。第三系不合法嘅违反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嘅罪行。咁、我个答案即佢嘅标准答案呢就系、是、第三个啦不合法嘅。嗯。係啦。咁其实就系、是、亦都系一个好我覺得即是一个有立场地去问。有预设立场的一个问题来的。而这个立场在我们眼中就一定不是香港人的立场不是本土香港人的立场、嗯啊。因为你作为本土的香港人你是不会从这个方向去问我这些这样的问题。而且他这些这样的问题呢其实你又冇得好拗嘅，又真系唔合法噶，真系构成佢所讲嗰条咩在公众地方造成阻碍罪噶。咁另外嗰两个答案其实当然系错啦，唔会合法啦，受咩基本法保障嗰啲，你唔会有呢啲咁嘅答案嘅其实。系啊，所以其实系呢两条问题都几明显下系都几蓝丝嗰啲丝。系。另外佢有啲问题佢就即佢仲好意思问啦。佢呢个有一条佢就咁讲啦。佢就话香港区旗设计比赛总共收到多少份参赛设计咁样。系。个答案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7000几份啦。系啊。7000几份啦。但系大家忘记咗你知唔知嗰个结果到最尾系咩重决啊。个结果系。个结果系冇人赢啊。收返晒唔搞啊冇人冇一个旗系合格啊。嗯。你几撚戇鳩。到最后呢到最后咪用返杨志京呢个囉。哦 ,ok。系咁样㗎嘛呢个故事个背后系即系仲要系评审嗰班人。嗯。评审嗰班人嗰、那个质素系好参差啦长情我都唔系好记得啦。总之佢嗰班唔系搞设计嗰班人做评判啦。即系所以你话即系呢啲咁样 app 真系令到好多人中伏啦。系啊咁啦包括我啦咁我都留咗个 comment 嘅咁我发现除咗我之外呢下面嗰啲 comment, 即系其实呢平时呢啲 apps 嗰啲 comment 呢都唔系好多嘅。咁但系呢个 apps 嘅 comment 大概有60几个啦。咁基本上都系闹嘅，系全闹。对上一个我记得全闹嘅就系神魔之塔。啊，系啦，呢个其中一个，我唔讲神魔之塔啦，古惑仔都俾人屌到扑街啦，话佢 serve 渣啦。系啊，咁啊闹到死啦。系，咁我 search 过去间公司嘅，系美国公司嚟嘅，系美国公司嚟嘅，我 search 过，系美国公司嚟嘅，就搵唔到。有啲咩端倪啊？其实真系，佢美国公司，但系我好似佢冇乜 game 嘅，冇噶，我唔见佢佢唔似一间 game 公司咯。系直头，我觉得佢唔似一间公司啦，直头。系，唔系其实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不知名嘅呢啲咁嘅公司开发呢啲咁嘅 app 咧。你话佢系咪即系
你话佢哦系咪用维稳费做噶吓咁样？咁我就觉得好明显啦。嗯，今次呢如果以呢个 app 为例，咁啊好明显啦。我记得有个 comment 话，用维稳费做都起码做到 GTA 咁样啦。唔其实真系太容易俾人踢爆啦，太容易俾人识穿。第一就系佢，唔系佢都有一两只字系反简体字嚟嘅。嗯，例如有一个答案系《鹿鼎记》啦，佢个记字系简体字，我最记得。copy and paste 咁上下啦，系咯，即系、就是、改就改唔晒嗰啲咯。同埋系呢啲 app 系攞命，佢唔系攞我哋命啊嘛。嗯，佢攞啲后生命啊嘛，点解啲读紧中学嗰啲？吓、啊，即系有一啲嘅 topic 可能，咦唔系、哦、，Miss 可能真系咁教、哦，上国民教育嗰阵时 ，Miss 真系咁讲嘅，系吓，咁佢继续玩耐嘅时候，你咪无形之中荼毒咗个后生仔咯，咁样吓，小心提防啦，呢啲吓，仲、啊、要个公仔几靓，成个版面个界面系个版面啊，界面啊，同埋玩嗰方面都几流畅嘅、啊啊，其实你呢啲攞你命、啊，其实几容易沉迷去玩呢只 app 嘅。因为可以斗分啊嘛，可以斗分啊嘛，系啊，即系你其实佢斗时间嘅，即系你时间越快完成嗰十条问题，同埋又答得啱晒咧，其实系你可以即系有个排行榜咁样啦。咁佢用咩方法记住你啊？其实你会打名落去嘅、哦，即系你入去玩之前，佢、哦、要你输入个名咁样。佢有得喺 Facebook log in 嘅。亦都可以用 Facebook 攞 in， 系啦，系啦，呢样就最攞命啦。不过我就冇，我就冇攞 Facebook at log in。唔系，我想讲咧。其实系任何嘅 app 咧，尽量都唔好用自己 Facebook account 去 log in 咯，冇错吓，因为呢啲一定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佢嘅目的就系要搜集你 Facebook 入面嘅资料咯，吓、啊、你死你衰梗啊！呢一样系你唔好谂住就系我净系用个名去 log in 啫，之前。嗰啲 Facebook 咪好多嗰啲 game 嘅，嗰啲咩餐厅啊、农场啊嗰啲嘅，死晒啦！你哋全部吓、嗯啊，所以系即系大家呢样系一定要提防咯。咁啊，有啲嘢防不胜防啦吓。呢、啊這个话说呢、這个啊旧闻啊，系啊，我特登撩翻出嚟讲噶，我想讲下42周年台庆吓，唔系讲笑啫。咁啊，话说咧，阿里巴巴就同 TVB 就合作，嗯，就话会合作拍剧咁样，嗯，呢、這个我觉得系头炮嘅经验出现咗噶啦，吓、啊、就系、是、最近嘅嗰套黄精嗰套吓、啊《风云天地》咁样样啦，吓、嗯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系，即系我先唔讲你个剧个质素系咩，你个名唔好咁卵 hea 啦。乜乜风云加天与地，你谂住咁样炒埋一碟个名就收得啊？屌你老味，喂！即系我就系觉得系你改个咁样名，即系呃鸠大陆人就得。咁结果睇埋个内容，嗯，就摆明就系呃鸠大陆人啦，吓、啊、咩一嚟嘅喂咩国家唔知咩为捻咗香港乜乜柒柒啊？汪明荃讲噶嘛呢啲对白系，吓同埋系又系嗰啲。败家仔啊！我记得有一争家产啊！我记得有一集咧，阿佢嗰个边啊，李思韵啊，系嘛？系李思韵就带佢啲仔去呢个北京啊，系即系跟住之后话，诶、哎，你睇下呢个就系我哋国家嘅首都啊，你睇下，即系咁样咧，真肉麻，系真系好捻肉麻。喂，但系我觉得系呢啲都系免嗰浸啊，免嗰浸、嗯。我仲好记得有一日咧，我就睇嗰啲娱乐新闻报道咁样嗰啲嘢嘅。咁、嗯、佢就唔知讲叶璇，但係又唔系讲佢套劇，佢又讲唔知叶璇拍拖定乜撚嘢，我唔理啦。咁但我就望一望佢个 backdrop， 仲系拍緊文初劇喎，佢哋嗰啲仲系着嗰啲吓咩嗰啲仲系解放初期嗰啲衫，即系我哋睇嗰啲咩来生不做香港人，系讲佢哋嗰张子怡细个啊张可怡细个嗰阵时候着嗰啲衫嗰啲。争条红领巾咁样，佢就哇屌你老咩，仲搞呢啲噶你哋吓，仲、啊、要系大肆宣传吓、啊，何润东做男主角，我屌你老尾啊吓、啊，何润东唔系台湾人嚟嘅咩？屌你老尾吓，咁、啊、你咪加上你话最近你话阿里巴巴会同 TVB 合作，嗯，拍电视剧，咁其实你经已可想而知啦，佢会拍啲乜嘢出嚟咧？咁啊，经已人就心水清就已经睇到啦，呢啲咪就系报。合拍片嘅后尘咯，冇错吓。咁、啊、你话无线电视江河日下呢、這个就梗噶啦，系、嗯、咪吓、啊？即系仲边度会人去追你哋嘅剧啊？咁样咁，佢哋依家个唯一嘅转向就系咩咧？就系、是、大陆市场咯。
啊，喺大陆有一睇㗎嘛 ,TVB。而家 TV 三线剧啦，得返爱回家系本地制作啫。系咪？系喎、哦，系喎、哦，爱回家之后就系、是、呢套啦，跟住就武则天啦。武则系喎，武则天之后就啊，之后就肥猫啊，肥猫咪本地制作咯。做完啦，肥猫。啊咩？肥猫做完了？阿蛋嚟噶。啊，系喎、哦。阿蛋都系本地制作嘅。咁啊，都系本地制作嘅。唔系剧集嘛。系咁啊，嗱系咯，一日入面三套剧集。咁就俾人攻陷咗两套啦，已经。嗯。吓、啊。嚟緊就只会变本加厉咯。碰唔碰爱回家场好啊。唔使啦。唔使啦。你有得。根本呢个台唔需要碰啊。你有得将 TVB 闲置咗佢咪得囉。吓、嗯啊。我係觉得大家夜晚应该搵多啲唔同嘅娱乐。而家我阿妈都冇睇 TVB。係咪啊，睇 HKTV 啦嘛。係啊。其实佢死女就嚟。HKTV 冇啦。佢就嚟煲晒 HKTV 剧啦。点算啊。唉，我而家睇日剧咯，系咯，我咁要介绍啲日剧俾佢睇啊，开始煲。因为咧，最近我知道咧，咁、啊、就 TVB 咧就嚟紧咧就有一个节目嘅，死嘅，其实我唔知讲唔讲得，不过唔紧要啦。佢就嚟紧就有一个节目嘅，咁就佢就揾啲咩咧？佢就揾一啲 YouTuber 叫做系，吓边个我唔讲啦吓，咁、啊、就会揾到一啲嘅 YouTuber 去嗰度，就系做一个类似真人 show 咁嘅节目，即系你当佢系做一个 YouTuber 版嘅剩女恶作战啦，剩女大作战咁嘅意思啦吓，咁、啊、总之佢哋就要有啲任务啊，然后有一啲嘅嘢要做啊咁样，咁以我听翻嚟嘅就系、是、无线就系谂住就系话吸纳一班上网嘅人翻嚟睇电视嘅，吓、啊、咁但系。你又好明显，即系我淨係听佢哋讲緊嗰个制作节目嗰个嘅程序嘅时候，我就知呢个节目就扑撚行街㗎啦。吓、漏屌节目嚟㗎呢啲又系。吓、咁但係与此同时你又会睇到阿里巴巴同 TVB 合作拍劇。吓、咁真係大家真係跌埋心水识电视啦。唔系，如果佢可以拍到抗日奇侠嗰啲咁嘅水准咧，其实你站喺花生嘅角度嚟讲咧，就几好笑。单车嗰套咩？嗰套咩戏？嗰套咩铁路唔知乜乜乜啊？飞咗架单车上架车上个火车度，戆鸠啊！其实佢啲人留言先好笑啊！唔怪得知咩啊？嗰啲单车劲断开一节节啦，原来断开一节节可以跳过去。香港嘅单车径就断得一节节啫，大陆嗰啲单车径好整齐嘅。咪就香港嘅单车径点解断得一节节咪就可以飞啊？咪同埋戆鸠啊！佢跳咗上架火车度，基本上佢唔使踩一个样，个火车走咪得啦。屌你，跳翻落嚟，真系戆鸠啊！屌你。咁啊，大家吓执生啦。唔系，其实我觉得系好奇怪一件事嘅。其实点解啲大陆人中意睇香港剧集啫？因为香港啊嘛，香港唔系大陆人点样睇，中意睇港产片啫，点样睇周星驰嘅嗰阵时，因为香港，因为香港咯。如果你而家将咁多渗咗咁多大陆嘢落嚟嘅话，其实佢仲有咩价值咧？其实系啊，上面啲人我使乜睇咩？我睇湖南卫视好过啦，咪就同依家嘅合拍片一样。其实人哋个制作已大好多啦，我使乜睇你 TVB 啫？系冇自己个价值咯，而家系。我嚟緊就即係如果无线跟住落嚟，即係个当佢同阿里巴巴合作，佢如果佢拍出嚟嘅戏都閪呢，佢就会好快，佢就转眼间就会俾台湾韩国打巢㗎啦。盡快啦。係啊。盡快啦。娱乐又电视娱乐就冇咗啦依家係咪。咁最近就喺嗰个天马南，即系以前旧底嗰个天马南嗰度，即系依家咪有个摩天轮嗰度嘅吓。咁个摩天轮咧就我就觉得 OK 啦吓、啊，我就坐过一次嘅，我抱埋个仔去。嗯啊、我觉得咧佢个摩天轮系 OK， 但系咧我觉得摩天轮咧最紧要嘅嘢咧，即系最紧要嗰、那个，即系最重要咧就系你个摩天轮系喺嗰个附近嘅位系最高嘅，咁我就觉得。咁就 OK 啦，冇得啱。但系嗰个摩天轮喺 IFC 隔篱，喺 IFC 隔篱，你几高都冇卵用。系你几高，我都仲系望住 IFC 嘅五楼。就算你将佢变做伦敦眼嗰个 size， 你都觉得个摩天轮好卵细，因为你 IFC 隔篱咯。系话呢个 point 好、啊，所以我就冇乜。
即系冇乜心谂住去啦。啊，唔怪得我嗰日坐嘅时候硬系觉得怪怪地啦，屌你硬系觉得争啲嘢咁样，屌你老味。你可以避开呢个心态上嘅问题嘅，你唔好望住照片咪咯，你望望海嗰边，系望海嗰边啦。咁但系你个摩天轮转嘅嘛，只摩要跑嚟呢边，跟住跑翻佢嗰边。唔系，即系呢，唔系即系呢一个摩天轮，因为一只眼净系咁样望咯。唔系，同埋系如果我系觉得呢个摩天轮咧喺。近会展又或者直情喺尖沙咀嗰边咧，个风景会好好多嘅。我都觉得系，九龙望去香港系啦，系啊，几次都系嘅，系啊，即系等于啲人中意喺尖沙咀海旁度系啦，睇烟花同埋睇海景吓吓。咁啊，彩荣香港。晚晚有得睇唔使讲啦，系咁啊！佢啊，嗰个摩天轮隔篱咧，就长期就有一笪烂地嘅，其实系一笪烂地嚟噶。我想之前美酒街系都有搞噶啦。咁啊，最近已经搞过好多不同类型嘅活动噶啦，吓咁啊，最近就比较大型啲嘅就系 AIA。佢就喺嗰度搞咗个游乐场啦，跟咩环球嘉年华啊，环球嘉年华咁啊，类似搞咗个游乐场咁样。其实每年，都唔系每年，隔一两年 AIA 都会喺嗰度，即系都会搞一个咁样嘅乐园咁样嘅吓，咁样嘅公园，应该叫。其实呢个环球嘉年华对上都几年前啦。吓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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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套咩啊？嗰套以前有咩叫冬季嘉年華，新南怡本色米嗰度拍咯。第一年咧呢个冬季嘉年华咧喺波士公园搞嘅。吓系啊，我记得有一年喺红磡定系喺黄埔嗰度搞，觉得系啊。总之有地有又系啊，有试过系啊，都好耐之前，都好耐之前。咁啊，最近啊，早轮啊，其实咁啊，大家谈论得非常之热烈嘅就系黎远翻山啦，吓咁啱啱翻咗啦，吓咁啊。但系翻山之后就不似人形啦，劣平如潮，劣平如潮啦咁样。其实我想讲咧，同类型嘅主题咧，我想讲海洋公园系搞紧嘅。海洋公园依家搞紧个70年代怀旧街咁样嘅类似咁样嘅主题嘅。我去过街。海洋公园喎，系啊，得条街咯，系咩？即系得条街嘅啫，得条街嘅咋？哦，屌！同埋嗰啲嘢全部都系食嘢嚟嘅，跟住之后你行入嗰个铺头咧，佢唔系卖咩七十年代嗰啲嘢，卖翻都系卖翻一只海炮俾你啊！咁样，唉，真系，但系佢宣传嗰度系，我系觉得佢个宣传做得几靓啊！屌你咪就系嘥鸠晒啲嘢，即系所有嘢都系我嚟消费咯。嗯，吓依家系呢个年头香港，咁啊丽苑就俾人消费得非常之惨烈啦。系啊，咁啊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佢价钱太贵，系入啊免费入场嘅，但每玩一样嘢都要钱嘅。我记得有一日咧，我揸车经过佢未开嗰阵时候，我揸车经过嘅时候，我已经远处见到嗰条恐龙。恐龙，我有期待噶，哇！系喎，呢条恐龙咪就喺我回魂夜入边见到条恐龙咁啊！系啊，系啊，同只恐龙猜妹啊嘛，周星驰啊，咪就系嗰只恐龙咁样，之后我满心欢喜，谁不知竟然系一个流捻到喊嘅斜滑梯，斜滑梯系，仲收你40蚊一次，真系屌你老尾！其实我觉得而家即系而家香港人去呢啲咁嘅所谓嘅要俾钱嘅乐园玩咧，其实都预咗系要。俾钱同埋贵嘅，其实，但系最紧要你系你贵得嚟，你系值咯。如果系你话真系你屌40蚊垂一次滑梯嘅话，即系唔屌有鬼啦。系，咁啊，40蚊垂一次滑梯啦。其实咧，点解你咁记得丽苑嗰个恐龙咧？嗯，你记唔记得丽苑嗰条恐龙对隔篱系玩紧啲咩？恐怖屋咯，就系唔系隔篱好似大笨象嘅，唔系好嗱，你一个恐龙喺呢度啦，当喺度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玩嗰个揸飞机嗰个转转转，其实你系喺个恐龙嘅隔篱嘅，咁你就好似射个恐龙咁，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好玩啊嘛。其实我真系冇乜印象啦，对丽苑真系，我就记得有一条即系坐啲船仔咯，个船头有个拎钟咯，氹圈系啊，氹氹圈好似水盒咁。系啊，即系其实以前细个我觉得好好玩噶啦，而家谂翻转头又觉得好卵山寨。其实人生第一次坐摩天轮喺丽苑，系啊，其实系真系好卵矮嘅摩天轮，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基本上好似用人手搞咁滞啊摩天轮，印度嗰个用人手踩咁样个摩天轮，其实系好流嘅，先睇翻转头。不过嗰时喺大笑啦，唔系而系嗰个年代，你去边个国家嗰啲。
乐园都系咁上下啦，应该话嗰个年代你冇乜几可可以去其他国家。系。咁啊，你话呢一个丽苑，唔系应该咁讲啦。就算我硬客观嚟去睇，都系一个失败嘅翻生乐园。系啦，其中一样嘢，其实我唔明点解佢喺咁热嘅天气去搞一个露天嘅游乐场。其实真系好辛苦，呢个又真系你要问政府啦。呢个嗱，一来嗱夏天，即系你话就暑假咁样，咁但系就暑假你又会落大雨啦，打风啦，你个乐园系露天，哇热，真系热到咧，你去到你都冇心机玩。但系因为我想讲系，你从佢今次呢个复活嘅呢一个规模，你就会知道其实佢投资嘅钱系非常之少咯。同埋系我亦都可以好肯定，就系因为你头先讲嘅原因啦，夏天又会打风又会落雨，所以个场租会好平。如果唔系，我相信丽苑系有一个老板噶嘛，即系今次负责。我记得之前新闻有报道过系丽苑个老板系边个？系有一个人邱德根啊。以前系，但系今次佢搞呢一个人嘅时候，系佢系唔知咩边个嗰啲后代嚟噶。佢因为佢。嗰啲恐龙嗰啲佢喺舱底攞捞翻出嚟做嘅啫嘛，系咪即系 exactly 嗰只恐龙咧？嗱，声称系嘅，声称系嘅，唔系重做嘅呢只恐龙，即系可能有翻身嘅可能啦，我唔知啦。啊，咁啊，除咗呢个恐龙之外，仲有掉香口胶啦，五蚊条，唔系太过分啦。其实我觉得五蚊，其实我五蚊条 OK 啦，合我反而我觉得呢个最合理。唔系、啊、，sorry、啊。我系觉得，如果你要用一个咁样嘅游戏式嘅方法去掉香口胶，我觉得呢个价钱必须要平过市价一排香口胶嘅。如果唔系，我掟嚟做乜胶啊？其实香口胶一排几钱嚟噶？嗱，我今日咧就见到有人争拗过呢个问题嘅，喺 Facebook 嗰度，吓、啊、有人冇意义嘅，有人见到咧就八蚊。但系就15块嘅，即系、啊、厚系啦，厚啲嘅。平常嗰啲5-6块嘅啫嘛。有人就话2.5，有人话3蚊，又话2.8。吓、亦都有人话见到只6蚊，应该唔使6蚊咁贵啊。益达都系9.几啫。系咯，益达都系。你六战你可以卖几贵啊？系咯。吓、啊，唔系同埋系，即系我咁讲啊嘛，你睇到啦。有平有贵，即系讲真，睇你边度买嘅啫。你去 City Super 买，可能买你12蚊牌添，系咪？你点知啫？系嘛？咁但系你有人系知噶嘛？你要做得去订呢样嘢，你要引人去订，起码样你要平过我出边买先啦、啊。唔系我订嚟做乜柒咧？即系我去冒险乐园订公仔一样啫嘛。佢咪就系觉得5蚊你都会有人订啊嘛？点解？因为大家都系觉得。可以使个订嘅，其实佢主要系买，其实我系啲人都唔会去太过深究，到底排香口胶系值几钱？但其实啲人都系过手瘾嘅。但我觉得5蚊实在太贵，太离谱啦呢个价钱。嗰时1蚊，5毫子啊，5毫子。你出去买一排香口胶就差唔多1蚊啦。5毫子嗰时，后期系1蚊嘅，我记得佢订系后期1蚊。后期1蚊。如果以个游戏目的嚟讲，咁当然你系去玩呢个游戏。赢到个奖品系一定要低过你付出嗰个基本成本价噶啦，其实，因为我唔系一定中噶嘛，佢咪就系1蚊就系嗰个香口胶嗰个价值咯，4蚊系你怀旧嗰个心态咯，分钟你掟1嚿都未必中到牌香口胶，所以咪就系你唔会咁渣啊，唔系你咪明显咪就系、是、你咪就系消费紧丽苑，消费紧我哋，消费童年咯，消费我哋嘅童年咯，吓。其实呢个都系主要目的嚟噶嘛，好差、啊。其实呢一个感觉其实系，即系你起咗一样咁样嘅嘢吓，即系原本大家就好高兴嘅，吓、原本大家好高兴嘅，结果入到去，你真系你又疏落啦啲嘢，系咪？我睇片，我睇相，就啲嘢就疏落落啦，即系又唔热闹，又規模又太過雞啦，因為太熱啦，同埋始終個劣評都係有影響嘅。係，但係我覺得係最令我覺得可恥嘅，真係好撚可恥呢樣嘢，就係呢一個麗苑翻身得非常之失敗，就梗㗎啦，係咪？我相信
你好难去帮佢搵到理由。嗯。但係就偏偏你睇 Facebook, 你就会睇到好撚多人就会帮佢搵諗理由。即係包括我剛才讲嗰啲喂人哋搞两个月咋你都要回本㗎。啊喂佢唔收你五蚊屌你我点撚咗回本啊啊仲有佢话咩喂冇人逼你去㗎係咪你又要去你又要屌啊咁做咩啫即其实有好撚多呢啲人但就係从来就唔会有人去諗一样嘢就係究竟即係好似而家家私咁咋嘛喂去到呢个时候你哋又懂得屌鸠而家家私戇鸠咩咩又成咁当然啦会有啲人走出嚟话屌你咩戇鸠得过你去排嗰班傻仔是吧即一样是会人咁讲喂但係喂我哋都要搞清楚样嘢啊。好明显最大站就係而家嘛而家家私嘛同样㗎係咪你搞得呢个呢一个咁样嘅荔园游乐场复活啊搞得衰咁梗係荔园嘅问题啦你点会讲啊我哋讲緊荔园嘅问题嘅时候你话冇人叫你去㗎嘛係咪先咁你搞得我去㗎啦。呢样系一个问题啦。我觉得最即系另外一个问题就会帮荔园讲说话。系啊。我唔明呢啲咩心态。打手嚟㗎啦屌。收你40蚊上一次滑梯你都觉得情有可原啦屌你咩咁唔怪得啲人叫你待住先啦傻閪。呢啲我觉得呢啲好奴才嘅心态嚟㗎。系啊。即系点会帮一个点会即系荔园搞得差。咁你会同佢个咁人哋都要回本㗎嘛咁梗係收你贵啲啦。即係作为一个顾客要顾及呢个老板嘅感受。老板嘅感受。係大家落家你价人哋都要回本咗啱啱。人哋租金好贵㗎。所谓嘅公布业绩佢话卖一个餐平均赚4蚊。佢话毛利系4蚊一个我当佢当一个餐咁样计大家落毛利4蚊。咁佢都不如执粒啦赚得咁少。唔系而系佢都有赚㗎嘛。问题是啊问题佢都有赚㗎嘛唔系问题佢依家佢嗰个赚佢就话扣除咗咩租金人工食材咩毛利系4蚊。咁但系点解你唔摊埋嗰条数出嚟呢30几蚊赚4蚊。我当32蚊啦你赚4蚊。咁嗰28蚊你点分我好想知道你嗰28蚊点分啊其实系。咪27蚊租1蚊人工咯。咪系咯咪咯。点解会系咁样嘅啫？喂，如果唔系，屌你老尾，你系哦，啲员工系经已系得到佢哋应得嘅，吓唔捻系再32.5最低工资。我觉得嚟32蚊，咁可能如果28蚊系成本啦，系咁人工可能占咗14蚊嘅，系咁我又觉得 OK 喎，系啊，我锯喎，喂，依家唔捻系啊嘛，你讲完嗰样嘢，又你同我讲毛利得4蚊，然后你新闻报道又够捻閪啦，毛利得4蚊，我第一个咁少。但唔系喎差唔多喎 ,28 蚊个成本系28蚊你赚到4蚊你仲想点啊你大家乐你一日你可以卖到几多个餐你有几多间嘅分店卖到几多个餐你系赚钱而结论系你大家乐系赚钱啊喺香港你大陆蚀到扑街咋嘛呢啲你自己攞嚟赚啦系咪咁喂所以你去屌鸠大家乐你知咩我最近我先知呢原来早轮咪卖种嘅。嗯每间铺头要咩 quota 㗎。哇酒楼嗰啲。係啊酒楼嗰啲。原来大家乐都要㗎。卖唔晒嗰啲咩经理啊咩店长啊嗰啲自己啃囉。唔係点就交唔到仲咪俾人屌囉。咁撚样㗎原来大家乐系可以去撚到几撚巴闭啊。你话好啦。大家乐都系咁即係你话酒楼熟客咁就容易啲 sell 啫。係啊适应。大家乐你真系 sell 条撚。大家乐。你点 sell 啊？唔系咯，即系你酒楼你都仲可以，哎，王伯，哎，又嚟饮茶咁样。穿嗰啲大家乐都好少少啊！你中环嗰啲大家乐啊，你即系点 sell 啊？行食咯，自己喂咁好啦。喂 ，Tiffany 又嚟食嘢啊？讲嘢啊？又嚟买 sandwich 啊？屌你老味啊！咁好啦，讲翻荔园嗰个问题啦。你话40蚊一次上滑梯，屌你老味！你讲你合唔合理你讲你讲咗先啦。可能佢哋话睇系咪水足三分钟嗰啲啊。水足三分钟错。IFC 顶楼水落嚟咁滞喎。你淨係讲水一次滑梯40蚊值唔值先啦。咁如果你觉得唔值你何必仲需要为荔园去搵一个藉口呢系吓唔好咁撚奴才啊有时啲嘢。啱啊。
啲人讲得啱噶，你唔中意可以唔去噶，系啊，我就决定咗唔去噶啦，依家系啊，我而家怀疑紧例，即系而家中呢个天马蓝嗰只恐龙咧，吓系咪以前嗰只恐龙？以前嗰只边有咁 Q T 啊？我真系唔知啊，我唔知道，冇我冇资料证实吓、希望系，就算唔系。咁又点呢咁又系。系咪消费你嘅回忆咋嘛喺度。系啊。唔紧要我回忆喺我心里面喺我脑袋里面我唔需要去亲眼睇到呢个回忆。咁啊另外一单关于一个乐园嘅新闻啦。呢、這个、就是、其实呢个乐园都系我哋啲回忆嚟㗎。系啊我哋嘅回忆嚟㗎。我哋当年仲系24寸腰嘅时候。我哋当年一行十个人24寸腰十个好十个六个我哋六个人去。六个人。啊系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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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嚟一队系咪六条烟去。系。唔系咩唔系我哋唔系我哋有咁少人去咩嗰次。嗰啊系啊系啊六个人系我哋系我哋淨系 book 两间房。淨系男仔去。系嗰次淨系男仔去。咁啊我哋就去咗台湾嘅八仙水上乐园啦吓吓识到多女仔啦我哋嗰次。唔系识到多女仔。呃到多虾条。影咗好多相嘅。影咗好多相。幽冥鬼手人。幽冥鬼手。幽冥鬼手。点解影亲相都有人揽腰嘅真係大胆。第一次见喎。第一次见啊开口讲一句讲嗰句嘢啊即合照就揽腰。係啊。淨係问可唔可以影相就已经揽腰啦。係真係太过分啦。咦係喎、哦、对唔住啊。嗰隻恐龙真係假嘅。係呀翻做嘅。係呀翻做嘅。咁、okay, 我哋嘅回忆就但係喺啱啱喺尋日啦就发生咗啲。意外。哇好严重。都几严重。不幸嘅意外啦。400几个人受伤。200几人重伤。啱啱、就我哋录音之前就有一个死咗啦、因为烧得太伤啊咁家属同意拔喉啊。咁、就不幸咁样就离世啦咁样。咁、其实事源就系、是、搞一个有个 party 啦。啊卡拉 party 啊。颜色嗰啲叫粉尘粉尘嘅。其实唔系叫粉尘嗰种咩叫卡拉 party 啫。嗰、那个粉尘系叫粉爆炸嗰啲叫粉尘爆炸。咁佢嗰个颜色就用嗰啲类似粟米片咁样嗰啲嘅咧，即系粟米粉啊。其实我唔知道。其实之前香港都有玩过卡温啦，有系卡拉温。新加坡有我去新加坡嗰时候，啱啱就喺圣淘沙撞到啲人玩卡拉温。香港嘅卡拉温好似早个零月前都啱啱玩完一次，好似个零两个月前咁上下。几个月啦，咁上下啦，系、都系呢一年内嘅事啦，咁啊，即系就系、是、有呢个粉尘爆炸啦，跟住就喺嗰个泳池，即系抽干水嘅泳池里面咧，咁开呢个 party 啦，就系、是、呢个卡拉 party， 咁啲粉就喷出嚟嘅时候咧，就唔知究竟发生啲咩事啦，而家都仲未知发生。而家就怀疑紧系可能会有人食烟啦，亦都有可能系嗰啲器材就火花，系吓、产生火花。都话仲话啲灯太热咧，都会令到咁样。哦，系啊，跟住之后爆炸啦，咁啊即刻即嗰，因为其实你要睇到你其实即好多新闻都有讲啊，嗰啲粉尘一即嗰啲粉一跌。掉咗落去嗰啲火度呢即刻咁样跳咗。咁所以呢如果你空气里面弥漫住呢啲呢就即係成个空间都系呢啲火。咁再加上啲人身沾染咗好多呢啲粉啦。咁就即係直头你见到因为捞有一个片段呢直头你见到嘩我咁样嘩好似地獄咁样。其实你见到佢一起火呢佢蔓延得好快。係啊。其实基本上一秒之内呢系成个嗰个空间呢都是全部都系火嚟㗎。咁你见到啲人呢着晒火咁周围走喎。係、啊。嘩跟住我睇新闻嘅时候嘩呢啲真系即系好似嘩地獄一样嗰个咁嘅。咁嘅环境，其实你系走唔到嘅，走唔到啊，系走唔到。有啲好彩嗰啲咧，就可以跳落隔篱泳池，系吓，咁、啊、就即系烧伤得比较冇咁严重啦。系，因为我有睇到有一个话自己烧伤得冇咁严重，已经系即刻跳落泳池，但系已经烧伤咗三成噶咯。系，即系佢已经系一下一着火就即刻跳落去啦。系，个爆炸威力太大。同埋最主要系嗰度系个水上乐园啦，其实可即系。我唔知系咪啦，即系应该好多男仔又好，女仔又好，都系着泳装啦，好少布啦，好少布啦，即系一掂落去就系啦。
咁你係啦，其實你啲粉其實就沾落皮膚度啦、嗯，你唔係沾落件衫度啦，其實一着就中皮膚啦。係、嗯、如果你衫嘅話，你都阻隔住，你可以有機會會除到件衫，或者除到你身上所嘅著住嘅衣物。嗯、但如果你皮膚你冇得除噶嘛，係、嗯、啊，一嘢就直接揦落皮膚度。即係都係呢啲都叫落極生悲啦。係。咁啊，其實嚟緊香港係會有嘅呢、這個 Color Party。呢、這個 Color Party 喺。Asia Expo 都有一個，係啊係啊，跟住之後再年尾就有 Color One 啦，又繼續係嚇，咁啊之前嗰個 Color Party 嗰個人嗰、那個主辦單位就聲稱係水溶嘅，係嚇，咁、啊、我又覺得好奇怪啦，嗯，咁你一個水溶佢係水劑嚟噶嘛，咁、嗯、你射落塊面咁全部濕曬咯，咁同嗰啲即係唔係嗰啲粉嚟噶咯，嗯，咁就同佢所講嘅咪兩回事嚟咯。系、哦，其实就算你系咩成分做都好啦，吓、嗯啊、危唔危险都好啦，其实你发生啲咁嘅事系咪应该停一停咧？其实咁佢卖咗七成飞佢话，其实我都唔系咁我又会咁觉得嘅，即系意外嘅嘢，大家知道咗个嗱，唔系虽然我哋而家台湾嗰个我哋未知道原因啦，咁、啊、但系难道一次奥运？会爆炸有意外，以后都唔搞奥运咩？唔系，因为其实你同南亚海运、啊、即系嗰个海难一样啫嘛。其实系你嗰日因为观赏烟花，而发生呢个惨剧，咁就第二年去停咗个烟花，其实好合理啊。其实我觉得应该用翻我即系我自己用呢个角度去睇啦、嗯。其实啱啱因为呢个 party 发生呢个惨剧，而家系直头系有人。有呢个死亡数字啦、嗯，其实系咪应该停一停先咧？吓、啊，系咪再检讨一下？即系要检讨又好，或者系当一个暂时去将呢个欢乐忘，即系忘却呢个欢乐先吓、嗯啊，即系带住即系继续去调查又好，带住呢个沉痛嘅心情又好。你冇俾我讲中。开始之前默哀一分钟咪得咯，咁就更加鬼，更加吊鬼啦。究竟个心情系点样咧？咁其实唔系咁系咁噶啦，即系梁振英何尚唔系啫，当初唔系佢边有谂过话七一停烟花？跳咁啊系，咁啊系咯，即系商人嘅立场，搵钱首要啦吓。啊唉，咁即系我觉得停一停比较好少少嘢。即系我觉得就如果系唔停嘅，咁你去玩嘅，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即系唔好带啲可以生明火嘅，即系唔好食烟啊咁样啦。你知嗰啲 party 一定有人食烟噶，一定有噶，一定有噶，一定有。咁啊实际啲嘅谂法就系、是，就唔好去咯。一嚟又唔好去啦，二嚟即系你要就算你主板单位，你真系要搞嘅话，你真系你你检讨清楚先咯、真系吓，即系避免意外再次发生啦。系啊，因为都有两个香港女仔中招，唔系黄之锋嚟噶，我想讲。另外一张，另外一张，我即系黄之锋都有份嘅，冇，我话叶宝林嘅，冇事。咁啊，跟住，哇，43分钟。咁啊，不如停先啦。咁有兴致呢个佢有排讲啊呢度。咁有兴致，好，我一定要俾 Billy 呢一个机会嘅。我哋有休息一下先。OK。旧年12月，23岁嘅荣顺再次代表香港出赛期间，头部不幸受创，昏迷3周之后死亡。事后，香港盲人体育总会竟然揾灵媒请死者上嚟，同佢屋企人讲，话呢次意外系荣顺自己同医院护士嘅责任。呢、这个灵媒咧，佢演绎阿荣顺嘅时候咧，佢系喊晒啦，话自己个头好痛，好辛苦。系，我觉得你扮神扮鬼都好，你咪好好地话俾阿妈听，得噶啦，阿妈，我而家好好，你要好好生活，你要坚强啲。虽然我哋系视障人士，我哋即系唔能够话乜嘢都做得到，但系我哋系问心无愧咯。好。翻嚟第三节吓、啊，今日加开第三节。咁啊，啱啱头先听嘅嗰段声带咧，就系、是、嚟自一百毛啊，
嗯，啊，嚟自一百毛，咁佢就咁佢之前上个礼拜咧，其实佢就剪辑咗一个大概三分钟嘅一个节目啊，叫做星期三讲案啊，嗯，啊嘅一个节目，咁、那个节目就讲咩咧？就佢就访问咗一个有视障，患上视障嘅一个女仔啦，吓后生女嚟啊，佢都系，咁佢就系喺嗰日，应该嗰日就系旺角足球场，嗯，踢完世界杯外围赛嘅嗰个时候嚟嘅，即系散场嗰个时候，系，咁佢就喺场外咧，就连同咗几个都同样患有视障嘅朋友咧，就喺嗰度派传单，嗯，就搜集签名吓。咁啊，派传单关于咩事呢？呢个就系关于就系我哋上个礼拜我哋都有提过啦，就系、是、关于一位视障足球员啊，永信啊，吓林永信。嗯，咁啊，嗰集嘅一百毛嘅嗰个节目咧，真系睇到我系，哦，睇、就是、到我既愤怒又伤心，系，即系我真系睇到眼泪都飙埋吓，即系因为喺呢一个世界上，你唔会想象得到系。是盲人体育会，盲人体育总会，是吧，他那个全名是。那 suppose 你应该是为盲人服务的一个、推动盲人运动的一个盲人足球啦、的一个会。但是你怎会估得到他是会欺负、竟然是会欺负盲人的一个组织咯，是。事源就上个礼拜我哋都有提过啦，咁啊啱啱就有一个最新嘅发展嘅，就系、是、一个电台节目啊，电台节目就访问咗呢、這个盲人体育总会嘅嗰个系啦，嗰、那个嘅主任啊，主任嚟嘅嗰个系，就叫做香港盲人体育总会项目主任廖德健，同埋系同样系患有视障嘅玄学人士，自称系视障嘅玄学人士蔡盲工程蔡静恩，通常嗰啲视障人士玄学通常都叫都叫自己盲工程啦，吓咁啊，佢就同埋就系我头先讲嗰个女仔啦，吓、即系喺球场出边派传单嘅嗰个女仔啦，赵子桓。咁、就佢就上咗呢个雷霆881嘅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嘅呢个节目嗰度咁样。对质啊，两个。係啦，就对质啦，有冇一件咁样嘅事啦，咁样。好明显就有人讲大话啦。而系佢系根本就话埋俾你听，我系有讲大话啦，只不过我唔识点样打完场，因为呢个大话讲得实在太过白痴啦。淨係问佢有冇同过赵荣信啊，唔係林荣信、去做过问米嘅呢一个通灵嘅呢一个呢一件事，唔记得。实质呢唔记得。有做就有做，冇做就冇做，唔记得。係嗰个女仔啦，就问佢咁咩叫唔记得。咁呢个姓廖嘅主任呢就话，点解要咁执着呢样嘢呢？系，柒捻个梁振英呢两个捻样，柒捻个梁振英，但系我又觉得好唔舒服嘅就系、是，嗱呢件事，即系我觉得你想关心嘅，你就应该自己，你有责任去揾一啲揾翻啲资料嚟睇啦，我就唔想在呢度再详述，但系。喺呢件事度，我淨係睇到嘅嘢，大家嗰个关注係好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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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家林明顺喺泰国死咗、死因依然係不明。唔、知道係延迟救援啦、定係医院失误啦、定係出喺中间有个乜嘢嘅情况出现咗问题、定係纯粹係你唔好彩囉，冚到个头。隔两个钟头就死咗，唔系隔几个钟头就死咗，咪你唔好彩咯？定系咁咧？唔知道，但系其实系冇可能唔知噶嘛。你就算系咩点样都好，就算佢真系唔好彩撞亲个头死咗都好，咁其实你都要向家属或者向公众都要有一个交代，系因为点解要向公众交代？因为佢代表香港去作赛啊嘛。系，阿马逢国去咗边啊？
死撚咗啦！屌你老尾佢。唔系同埋做埋死咗个唔系佢点解？系同埋做埋一个盲人嘅协会，其实你最应该你即系出发生啲咁嘅悲剧，你应该系维护盲人嘅福利啊！系啦，即系呢个最基本啦。如果唔系要你个协会嚟做咩啊？系。嗯。马逢国去撚咗边啊？屌你老尾啊！咪就系咁样咯。嗯、即系你作为一个总会，你唔去帮林明顺查明一个死因都算撚数啦，系咪？你仲要呃佢？你哋盲噶嘛？屌你老母，系咪先？你哋盲噶嘛？力有不逮，系咪？你唔通要个盲嘅走去泰国，然后搵个医院翻嚟，去搵个医生翻嚟，点死啊？林永信，你盲噶嘛？屌你老尾，我梗系知你难啦、啊，系咪？咁但系呢、這个唔系你哋推搪嘅一个藉口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喺一个咁简单嘅一件事，你搞唔捻掂嘅，打个电话俾梁振英，点会搞唔捻掂啊？啱唔啱啊？你点会冇方法去做？你唔好同我讲唔得啦，系咪先？根本就由头到尾，你净系揾得呢个神打，你揾得呢、這个揾得呢条神棍吓、嗯啊，走嚟搞咗咁捻大场大龙凤，你就话俾我听，你根本就冇心搞啊嘛，嗯、你想推搪呢个责任啊嘛，点死都好唔捻关我事，但系点会唔关你事啊？所以真系大家密切关注一下啦，系，即系我觉得关注度真系要高啲嘅，系、啊，因为而家都仲系未够啊。吓、啊，诶、啲左家有冇出个声？左家，你问下佢哋知唔知好过啦，系咪？你唔好问佢哋有冇出声啦。呢啲应该好，应该去左家应该要关注嘅事情。其实唔好话左家关注啦，甚至乎你本土嘅人，你都要关注啦。咁我就觉得你有良知，你就应该关注。系吓，咁、啊、你问我自己，我个人我都觉得自己嗰、那个。在我个人嚟讲，我自己都觉得我应该可以做更多啊，系嘛？咁但系喂，你有好捻多嘅呢个组织吓、啊，有咁捻多嘅立法会议员吓、啊、区议员啊，你搵唔到人帮手，佢哋唔帮你，定系乜嘢咧？我唔知啊，系，但明明系唔系一件好复杂嘅事嚟噶嘛？嗯，我想知佢点死啫，我唔系要佢翻生，大佬。我想知佢点死，点解都唔捻得咧？点解都做唔捻到咧？我唔明啊，系咪？你话南丫海难嗰次吓、啊，搞捻咗年几，我都知佢点死啊！虽则搞捻咗年几，系、嗯、咪？但系依家佢搵条神棍吓鸠我啊！屌你老母！佢其实佢就系、是、谂住即系大家嘅关注唔系咁高，佢就得过且过，即系了咗件事就算啦。佢就系想咁样咯，系你南丫海岸嗰啲咁大件事走唔甩啊嘛，啊咁啊呢两日就有另外一单嘢，咁啊好明显就紧要过林明顺嘅死啦，对好多人嚟讲系，对好多人嚟讲系啦，吓、啊，但对我嚟讲唔系嘅其实，啊又转头像咁又乜贼又剩咁样，搞捻咗好捻多嘢啦，大龙凤吓，咁啊事完就系星期几通过噶呢件事？我又唔记得咗，六定日啦。香港时间星期六。哦，香港时间星期六系。咁、嗯、啊，美国嘅最高法院啊。咁、嗯、啊，九名法官之中咧、嗯，五个咧，即系以5-4呢个险胜啊，咁就通过咗呢个同性婚姻法案。咁就美国所有嘅州呢就可以合法，係啦，从今日开始係啦，合法咁样俾呢个同性嘅、伴侣结婚。原本係得几廿个州可以嘅啫，十几廿个啦，係啊係啊，我记得係十几廿个州可以。咁依家就已经係通过咗、全美国都可以啦，不论你住边个州咁样。咁啊、有好多人都好开心啦。係、我都突然间见到即当日即刻晏昼都未啊，朝头早嘅，我就见到晏昼啦咁样，我嘅 Facebook 就全部都变晒彩虹啦。系咁啊，系因为 Facebook 就为咗庆祝呢一件事啊，就出咗个
app 啦，叫做系出一个 app 啦，即出一条 link 啦，吓应用程式，吓应用程式啦，吓咁你就可以通过呢一个 app 咧，就将你嗰个 Facebook 个头像咧，就加一个彩虹嘅 filter， 咁样吓，就以示就俾大家以示就支持今次呢一个法案通过咁嘅意思啦。咁啊，但系呢个世界就漏屌人又好捻多嘅，吓我讲咗漏屌嗰班人先好啊。咁就系明光社啦，呢个一定啦，明光社系啊，首要漏屌嘅组织，漏屌嘅一个人啦。咁就佢就咁讲嘅，九个法官投票就决定咗三亿人嘅婚姻制度，吓由司法改写婚姻制度，你又觉得香港离开这一日有多远呢？其实讲多嘥气，法官的决定边到我们这些弱势小市民说三道四，对不对？咁样系啊，你讲得啱啊，系嘛？法官嘅决定几阵时轮到你插嘴？其实系，其实系，仲有美国法官，系啊，仲要系美国嘅法官。你就算你系美国公民，都唔轮到你插嘴啦。更何况你只系一个普通嘅香港居民，系咪？咁啊，有好多人留言啦，咁我都留咗言嘅。咁啊，即系。我觉得明光社话自己弱势啊嘛，咁明光社边系弱势啊？明光社作为道德塔利班，系道德塔利班嘅领导者啊，咪咯，作为塔利班讲笑，咁佢好搞笑啦，佢更加喺佢自己个 Facebook 嘅 fan page 度转载咗呢个陈云嘅其中一篇嘅文啦，系咁啊。陈云嘅文大概就系讲平权嘅，系即系如果佢即系你话如果平权咁啊同性恋婚姻啦，咁即系越演越烈啦，咁牵一发同全身咧，咁佢话必须要严肃讨论嘅，咁其实我都觉得应该好严格咁讨论嘅，即系。你自己揾翻篇文啦，咁其實應該都好多噶啦，咁咁諗明光社講咩咧？佢 share 冇啊，就 share 啫嘛。哦，就 share 陳文篇文咯，就拉一派打一派。係啦，係啦，係啦。其實陳文都講得好啱嘅。戴頭盔。如果你平權，即係同志平權啦，咁即係之前男女又要平權啦，咁女人平權，咁其實係咪因為女人俾男人欺壓咗六千幾年，咁其實你係咪應該要女人平權翻，即跟住要平權翻成六千幾年，跟住嗰個心態先會平衡呢？咁即係大概都係講呢啲嘢啦。咁其實都係，如果你平嚟平去呢，其實你真係平之不盡啊！系冤冤相平何时了咧？其实同性恋呢个婚姻咧，咁有好多基督教嘅团体都谴责啦。咁我个人又其实又唔系咁样睇嘅。系即系咧，我咧就即系我系基督徒啦。咁我反而觉得佢其实今次喺呢个美国呢个即系通过咗呢个法案咧，咁其实对于基督徒嚟讲，其实冇乜关系嘅。嗯，系啊，啱啊，啱啊，啱啊，你哋会出声，我见到我唔系，即系我就咁，好似就咁讲啱啊，啱啊，好似好得戇鳩啊，你明唔明？系，系，即系其实真系冇乜关系，因为喂，其实唔好话唔同你基督徒冇乜关系，其实我作为冇宗教信仰嘅人，我都觉得同我关个卵事咩？唔系嘅，我觉得我点解觉得同基督徒冇乜关系咧？因为我哋基督徒咧，其实嗱，守法我哋会。照守啦，法律都会照守，但系基督徒上面再加一个叫罪嘅嘢噶嘛。其实有好多嘢唔系犯法噶嘛，但系喺基督徒眼中系罪嚟噶嘛。系，系嘛？讲大话唔犯法啦，系嘛？但系讲大话系罪嚟噶嘛。系。咁但系有啲嘢咧立咗法 ，OK 嘅，即系可以俾你做嘅，咁系咪你可以做咧？但系你又唔做得噶嘛。老波合法咗啦。系啊，圣经教你不可贪婪啊嘛，咁我哋自然都唔会赌啦。系当年明光社都嘈捻到拆天噶，赌波合法。系啊，咪即系咁，即系咁解啫嘛，即系你系基督徒，你咪谨守你自己基督教嗰个价值咯。即系合法啫，你可以唔赌嘅。即系去丽苑，你唔中意咪唔好去咯。系，佢嗰啲思维就系一立咗法，譬如当赌波合法，咁就所有人就会去赌波。系啊，即系一同性恋合法化。就全世界都同性恋㗎喇。做得了嘅。咁呢样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呢样我哋之后可以再探讨呢个社会上嘅问题啦。咁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去立唔立法对于我嚟讲系冇关系。因为我哋
如果我哋认定呢样嘢系唔啱嘅，咁你咪唔好做咯。系你自己唔做就得啦，人哋做唔做关你卵事。更何况而家又唔系基督教统治世界。其实你呢个 point 系真系好紧要嘅。吓、啊，又唔系基督教统治世界，嘈咩啫？系咯，嘈咩啫？咁你问十个美国人，我谂着仲有八个都同你讲我信耶稣嘅。我好觉得点解香港咁多人撑同志，撑、同志平权，就因为有明光社呢啲人啫嘛。哦 ，OK，OK，OK，系。美国点解咁多人民意所向咁多，就是、因为好多邪教嗰啲人。即系美国都有明光社呢啲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就系咁解啫嘛。我觉得点解同志婚姻合法啦？我哋都有责任噶，即系我哋作为基督徒啦，啊都有责任噶，因为就系明光社呢啲人搞到个个都憎你啊嘛。咁憎你反对嘅，咁我咪觉得哦，你反对都咁样嘅。系，咁香港政府本身冇问题嘅，最大问题就因为有你梁振英啊嘛。同埋班建制啦，同埋班建制狗啦，系啊，系，即系咁解啦。咁啊，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即系我系，我啊觉得冇乜，即系冇乜关系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佢立咗法之后咧嘅问题更加大，系咩咧？佢牵涉咗好多嘅。咁如果佢两个系同性恋嘅，咁佢亦都系基督徒嘅，咁佢可唔可以喺教堂结婚咧？呢、这个系教佢呢、这个系佢哋同教堂之间嘅私人问题嚟噶。嗱，但系如果唔俾你去结婚，咁你会唔会个教会有犯法咧？系啦，告你歧视咧？呢、这个又一个问题、哦。跟住之后，两个同性别嘅人可唔可以领养 B B 咧？可唔可以生仔咧？嗱，即系有人工受孕啦，系嘛？可唔可以生仔咧？咁我又觉得咁。嗱，我又即管讲一个、讲一个解决方法啦。你作为同性恋。兼且是基督徒，咁你本身其实某程度上都冲突咗噶啦嘛，系噶，某程度冲突咗，唔系，即你冲突咗，因为喺基督教里面咧，罪系冇分大细、你同性恋同我讲大话一样咁大罪，哦、我讲大话同佢杀人都系一样咁大罪，吓、咁因为但系咧，你基督教刑罚上咪有分别嘅咩？个教咧有好多矛盾嘅，即一样咁大罪，唔系，咁但系我又觉得咁啊嘛，咁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同性恋嘅基督徒，唔系你听我讲埋先啦。佢嘅矛盾就系咧，因为我哋都系罪人啊嘛，系咁同性恋同讲大话都系罪，咁讲大话嘅人可以喺教堂结婚，咁点解同性恋嘅人唔可以喺教堂结婚咧？因为你唔知佢有冇讲大话咯。咁但系你同性恋呢个就好明显啦。咁但係你淨係話唔知佢講大話唔可以講得通㗎嘛，但係因為你教義裏面你係一定係有罪㗎嘛。哦唔係嗱，我咁樣講，如果你用講大話嚟同同性戀作為一個比較，我又覺得好似苛刻個少少。因为我作为一个讲大话讲过大话嘅人。咁、我都讲过、我作为一个会讲过大话嘅人、我要求喺教堂度行礼咁问题就係、教会佢都只能够会觉得我又冇办法证明你有冇讲过大话嘅问心无愧啦有时讲呢啲。喂咁但依家唔係喎。我两个同性恋咁样走埋入去教堂我要喺呢度举行婚礼。你唔俾你就歧视我就告鸠你。但又唔係喎。佢唔会同你讲问心无愧喎、你只要你悔改。上帝就会原谅你同埋佢会接纳就算你唔悔改佢都会接纳你。係囉咁就得囉。咁但係就。你同性恋你冇得悔改㗎嘛。咪同性恋就算你唔悔改佢都会接纳你因为你係罪人㗎嘛。我哋都系罪人嚟㗎嘛罪冇分大细㗎嘛。同性恋又系罪讲大话又系罪。嗱咁如果以你呢个标准。喺佢眼中呢喺佢眼中系。喺佢眼中系毫无分别㗎喎。咁如果以你嘅标准咁即系其实教堂系唔能够拒绝同性恋喺教堂度行礼。係㗎。係囉。係㗎。可以咁解决咗囉。係㗎。咁但系呢个就系教义上面嘅好大嘅冲突㗎嘛。哦。去到最后尾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嚟㗎嘛。咁冇问题㗎你俾佢搞咪得囉。咁但系你俾佢搞得但系有好多人唔系即系好多人唔会系咁样諗㗎嘛。咁我又觉得其实有一个解决方法嘅就系有啲教会就系即系标榜自己会接纳呢个同性恋
接譬如佢边叫咩所谓咩进步教会啦吓，就可能会接纳啲同性恋嘅基督徒咁样。如果你系要想透过教会喺教堂度进行呢个限礼嘅，我哋教会系非常欢迎嘅、你可以，我哋非常欢迎你嚟大爱嘅人吓、过嚟我哋教会。即系你觉得就可以揾翻啲其他啲噶，但系我觉得其实唔知喎，因为我真系唔识呢样。到时我又觉得一定会有掀起呢啲咁嘅歧视嘅问题。即系我觉得佢话立咗法歧视会少咗，但系我觉得立咗法歧视都唔会少，一样啫嘛，其实。只会更加更加将个问题前咯。我想讲佢呢个立法嘅原意唔系要减少歧视啊嘛，佢要保障到同性恋嘅人啊嘛，就婚姻制度嘅保障啊。点解你唔可以结婚啊？因为你同性恋啊嘛。吓，咁我咪歧视紧你咯。佢就因为点解可以结婚啊？佢第一样就系将佢嘅权利，就提升到同男女结婚一样啊嘛。咁就係要消除呢个歧视㗎嘛、婚姻上面嘅歧视㗎嘛。咁、但係当立咗法之后佢、婚姻上面嘅歧视亦都唔会少㗎喎、一样就係操守到歧视㗎嘛。即係唔会接纳你嘅。哦，唔係，咁你话呢一个其实我觉得系呢、个系平机会嘅问题嚟㗎嘛。唔系婚姻制度嘅问题嚟噶嘛？呢个喺法例上嘅婚姻制度，依家系改变咗。唔系我讲，我歧视，我讲系个人啲人歧视嘅问题。屌咁人歧视就点都歧视啦！我歧视梁振英嘅捻样啫嘛。但系你问我，我唔觉得我歧视梁振英。但系啲人唔系咁谂啊嘛。啲人点解咁开心啊？就是、因为佢大家可以谂住男女结婚同埋同性结婚个地位一样啊嘛。系啊，法律上嘅地位一样咯。法律上嘅地位一样，但系人唔系咁样啊嘛，所以歧视唔会少，只要问题越浮越多。唔系，所以我咪就系话，佢今次呢个立法，佢个目的佢唔系要解决歧视嘅问题啊嘛，佢系要解决系啊，我知，但系只不过系问题会越嚟越多咯，系、咯，头先都讲咗，其实个问题会越嚟越多，咁跟住之后你又会谂啊，喂，同性恋都可以立法、乱伦得唔得？自由恋爱嘛，佢标榜。我啱啱头先睇到人话咩三个人结婚添。系麻省啊。因为麻省之前就立咗法可以同性嘅、同性恋都可以结婚。跟住之后有另外一个就话喂同性恋都得。咁其实三个人即系以佢立法嗰个原则，因为系自由恋爱啊嗰啲、即系人人都可以寻找呢个咁样。我鍾意三个人嘅恋爱。三个人恋爱。一夫多妻。三个得唔得？总之系三个人得唔得？咁下次我同只狗得唔得？基于法律嘅观点咧，同狗就难啲嘅。系、但系如果基于咧，大爱嘅原则，众生平等咧，其实都得嘅。系、因为法律嘅观点系因为两方面都要有认知，你先可以。我又觉得你去到如果个讨论去到咁样咧，就会变咗就系。等同于我讨论爱护动物嘅人应唔应该食牛肉一样咯。其实系噶，其实系噶。其实好捻冇意义嘛。有呢、這个，其实有啊。德国已经有人上咗法院，要求可以乱伦，即系唔系佢唔系叫乱伦啦，即系亲兄弟啦，即系亲生子兄妹啊咁样啊，可以有呢、這个即系可以结婚啦，合法啦。咁其实点解？即系如果你基于呢个自由恋爱啊，人人都可以追求真爱呢样嘢，点解唔得？我呢个 topic 咧系可以无限咁大噶，我想讲嘅系可以无限咁大嘅。但系我就会觉得一样嘢系话，睇 A V 先会有呢啲。唔系系大家相间最衰嘅日本 A V 啊，搞坏晒屌你！唔系，但系我会觉得系呢啲事情系出现系正常嘅，有人去提出一啲咁样嘅疑问，喂，同性都得，我同我妹得唔得啊？我同我老母得唔得啊？又或者我同埋我阿哥同老豆得唔得？正啊咁样，即系你会一定会有人去提出一啲咁样嘅要求，系咪？呢、這个世界咩人都有，呢、這个世界我唔系讲呢个香港，呢、這个世界咩人都有啊嘛。你一定会出现一个咁样嘅嘢，就正如喺将来嘅日子。喺将来嘅日子，你点唔排除基督徒
系会被消灭噶嘛？系啊，唔系、啊、我唔而家唔系，即系你会唔系，即系我想讲嘅，会一样噶，会有人会就咗提出嚟就话基督徒系违法啊吓、啊，我哋嘅立法禁止基督徒，喂你唔难保将来嘅，但系我想讲嘅嘢系，但系你有人去提出呢样嘢，呢一样嗰个。演变嗰个过程啊，演变嗰个过程啊，其实都系围绕紧喺全个地球嘅人类当中噶嘛。我觉得咧，点解即系唔可以人兽啊，唔可以近亲啊，即系以前就同性都唔得啦，即系而家啊得啦。系点解唔得？作为生物咧，系最主要嘅目的系咩？就系繁衍下一代。系啊系啊，啲人话猩猩都有同性恋啦，系、嘛？但系佢冇讲到猩猩同性恋系会俾同类排挤嘅，嗯，点解啊？因为佢唔可以繁殖下一代啊嘛，嗯，做生物咧最紧要咧就系繁殖下一代。点解同性恋？即系以前咧嗰啲人咧就系、你当系文字未开啦，所有嘢都系神俾，嗯，呢样系俾。点解佢？因为佢哋知道唔得，但系佢又唔识点样解释俾人听，又人哋异明，咁又咪由神俾咯，好简单啫呢啲嘢吓。呢样嘢即系我哋好大不道啊！其实我哋睇一啲地方啦、即系我哋近啲，我哋睇日本啦。嗯，点解小子化？咩小？小越嚟越小细路仔，即系唔知二零几几年佢就会灭亡啊！啲人出生率低，出生率太低啊！嗯，就系因为咁咯，啲人唔系男同女去交往咯。嗯，日本啊仲奇怪啦，你见到嗰啲婚姻介绍可以系。介绍男男或者女女嘅，更加有好多就系中意二次元嘅迷恋偶像嘅，同二次元结婚，即系我都 share 过一个 post 话啲人话拍拖麻烦，系啊系啊，睇偶像系结婚呢样咪日本咪就系将来个世界嘅缩影咯，嗯，呢个系一个严重嘅问题嘅，其实我唔反对同性恋拍拖嘅，咁、但系去到如果你去到再话要领养 B B 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咁我就要好认真咁去考虑啦。嗯，唔系，即系呢个就系你嘅意见咯。咁但系我都会觉得系话，即系譬如你好似明光社咁讲啊，即系佢嗰种漏屌系，佢系唔会接受任何人嘅意见噶嘛。系 而佢嘅而佢嗰种唔接受嗰个原因，只不过系。我是基督徒咯，佢嘅态度系咁样噶嘛？系嘅，其实你同我讲，你同我讲，我梗系觉得唔立法好啦，因为我都系基督徒啊嘛。系佢立咗法，系咁你咪接受咯。我唯有去即系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嘅价值观系啱嘅，我当然系自己简单嘅价值观啦。咁但系去点样应对呢样嘢咧？咁。就唔系用佢嗰个态度去，系啦，去做咯。假以时日，同性婚姻系会引发到更多不可收拾嘅问题嘅时候、社会就自然会反弹噶啦。唔系话你哋嘅权利唔值得保障，但系如果因为你呢一件事出现咗一啲，即系譬如就好似你头先讲嗰样嘢，我同我老豆得唔得啊？吓、啊！我同我老豆加埋我阿哥三个人得唔得？即系如果你会引发到呢一啲咁样嘅问题嘅时候，就可能会揽炒。唔系呢个揽炒唔系话嗰个法院个决定，而系社会个印象，而系社会个舆论，大家对于道德嘅睇法会引起反弹啊嘛！以前我哋讲亲同性恋三个字就叫做死基佬，屎忽鬼。吓、呢个系我都以前我都见到闹呢啲人，有啲人变咗彩虹 profile。系啊，你变咗就系、呢个系我哋以前吓、对于世间嘅认知得出嚟嘅结论，唔同咗啦吓，再、有改变啦。咁呢个系好事定坏事咧？唔知噶，其实唔知噶。我净系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即系话从今日开始喺美国同性恋嘅人。都可以受到法例保障佢哋嘅婚姻系咁多啫，呢、这个唔系话代表就话同性恋就系啱，
吓、啊，又或者哦，既然同性恋都得，咁我要同我老母啦，唔系呢个问题啊嘛。你话如果将呢一件事上升到去嗰样嘢，你可以、嗯、你可以咁样睇嘅、啊，即系你可以正咁睇一个问题咯。咁、嗯、但系佢牵连后面咧，其实系好多不同嗰个问题会存在出嚟嘅。系，即系其实就好似你讲香港独立啫嘛。系咪先？香港獨立之後，梗係會有好多很多問題衍生翻出嚟，衍生出嚟噶啦。係啊，係咪、啊？咁有時你咪有一個問題，你咪去面對一個問題咯。啊、但係唔係因為話，哇唔係，屌你會有好撚多問題，唔撚可以講港獨，講都唔撚俾講。即係咁就有問題嘛？李明光社咪就係咁撚樣咯。即係我都覺得後面好多問題嘅。係、嗯。咁但係我亦覺得，咁、嗯、你立咗法，你如果你真係覺得，立法系即系大多数人意见嘅，咁去立法咯，咁都冇办法噶，咁都冇办法噶。你咁你问我，我梗系即系我宗教立场上面嚟讲，我梗系唔中意啦，系嘛？嗯，即系但我亦都唔会反对人哋咁做。嗯，其实够啦，够啦。我唔会反对人哋咁做，即系如果有同性嘅 couple 揾我去饮，其实我都去噶。嗯，系嘛？嗯。我自己忍受自己，即系你就算你问我，我对同性恋某程度都有某程度上嘅抗拒嘅。嗯，啊、即系我见到有我听我即系我有同人讨论啦，咁、嗯、即系唔系基督徒嚟普通人，咁佢都话其实OK 嘅，咁你结婚，但系如果我喺街见到两个男人打茄轮，我都觉得有啲核突咯。佢真系咁样同我讲，系咁我又觉得嗯，咁你系支持定系唔支持咧？佢话我又其实又。冇乜意见嘅，不过唔好俾我见到咯。咁我相信好多人都系咁。系，因为呢一件事系即系未杀到埋身啊，应该咁讲，未杀到埋身啊。即系你喺香港，你讲立法有排啦，等下啦。遥遥无期。吴咧就讲得好啱嘅，即系佢话大家变咗彩虹头咧。呢、个就系咧零团费道德高地旅行团。嗯。哇，好卵劲啊！呢一句，屌你老味，一句解释晒所有嘢，系啊，一句解释晒。如果好卵劲啊！呢一句，相信大家咧冇谂过，如果真系你身边嘅人系咁咧，你有咩反应啊？系嘛？你会唔会都系继续支持咧？系，哇，好卵劲啊！呢一句，屌你老味，点解你唔 share 出嚟啊？好卵劲啊！呢一句，屌你老味。哇！即系讲下我自己，其实我当然我唔反对啦，啊嗯、但系其实有时我喺啲街度见到两个男仔拖手，其实我又视线会避开，我唔会避开，我会咦咁样咯，即系我会我好愕然咁，未惯啊嘛，我愕然咯，即系我当然我又唔会话觉得反感啊之类啊吓、嗯啊，即系可能一嚟我就。其实我冇乜点关注啲同性，即系同性恋嘅议题嗰啲啊，即系话甚至乎咩大爱游行嗰啲，我都冇去啊嗰啲吓，啊又话我有去一次，去过一次，第一次啊，我都唔算话太过关注，所以今次就算话呢个美国通过呢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嘅话，我都冇有啲咩冲动去转咩头像。哦、我而家已经唔会再做呢啲嘢。吓、啊，当大家一窝蜂去做嘅时候，你就最好唔好做啦。我又唔想话，因为人做，我又唔做啦。即系嗱嗱，好有自己个人风格。系，即系我觉得，即系你有关注开嘅呢个问题，你觉得系真系你好支持嘅，咁转我咯 ，OK 啊，无可厚非啊，系咪先？唔系，即系等于之前反国教嗰时啫嘛，系啊，系咪全部转晒学生相嘅？系啊，系啊，咁嗰时我实质我自己真系有关注呢个议题啊嘛，啊，亦都有去出席嗰相关嘅呢个抗争啦，系啊，咁嗰时转我咯，我。有理据啦，其实，但系今次如果我去转嘅话，我觉得我自己毫无理据咯。我觉得最紧要大家睇清楚咯。嗯，就算
同埋了解一下咯，即係你轉得你彩虹旗嘅，你轉得彩虹旗，連彩虹有幾多隻色你都未知啊！同埋你彩虹旗個歷史啊，過去代表啲乜嘢，其實係咩咧？你知唔知嘅？其實其實開頭有八隻色嘅，係一開頭八隻色，1978年有八隻色嘅，之後79年就七隻色。係點解七隻色咧？因為唔夠顏料做粉紅色啊，咁啊變咗七隻色。好係啊，跟住之後咧，因為中間咧兩隻色咧太近啦，跟住最嬲尾咧變咗六隻色。咁而家就用咗呢六隻色，系啦。咁佢又 skip 咗粉紅色啦，粉紅色嘅就係呢、這個，系啦，性嘅解放嚇。咁啊，冇嘅呢啲問題，即係應該係要爭拗嘅。我觉得啊，妖，要爭拗，你呢个一个成熟嘅社会系应该要爭拗。本土啫嘛，一样嘛，系本土里面咧都有唔同嘅派系啦。而家系咁，如果你话一句吓，支持同性恋，我咁听日就立到法的话，咁我又觉得你作为基督徒，你有乜说话好讲咧？系嘛？咁原来我唔系，我话一句支持啫。从你头先讲嗰句，你都几憎基督徒啊？唔系咁。你见到主要反对嘅都系基督徒嘛？又未必。嗱，我唔系讲全部基督徒都反对，系反对嘅人大多数都系基督徒嘛。又未必嘅，我又见到啲唔系基督徒。唔系，我咪就我屌你老咩？我都话唔捻系全部基督徒反对咯。即系我唔系话大部分基督徒反对，而系反对嘅人大部分都系基督徒啊！屌你老味！我就话反对里面唔止基督徒。我唔。屌咁啊，同我嗰句咪冇冲突咯？你倒捻翻住我句嚟讲啫嘛？唔系，咁样讲啦，即系大家圈子都唔同。唔系啊，大家圈子都其实唔系啊。咁你咁样讲，其实咩人都有反对啦。系，当然系有啦，系啦，事实啦，事实系你嗰个大多数你谂咩？嗱，唔好嘈，大家都啱。咁我都系个讲法啫，你夹硬要将我个讲法倒转嚟讲。嗱 ，OK， 嗱，即系呢个意思啦。咁系，屌你咩？我唔记得咗我讲咩啦。吓咁、啊、你话，但系你大家喺讨论嘅同时，点样为之理性？点样为之唔理性？吓、啊，你要参，大家都要参考下明光社嘅讲法咯。吓、啊，乜嘢叫做唔理性咧？吓、啊，你净系第一句都够唔理性啦啩？咩五个法官啊？佢话咩九个法官判定三亿人嘅婚姻制度，唔系你想点啊？唔系咁啱噶，其实咁佢咪带领我哋去打到小圈子选举咯。咪系咯，咪咯，就系咁样啫嘛。喂，我哋香港唔系好多啫嘛，咪就系70个人决定我哋有冇得普选咯。嗯，系嘛？有乜捻分别咧？系咪？所以其实人帮我哋选系啊，一样啫嘛。吓、啊，所以即系何谓理性，何谓唔理性？吓、啊，即系可能大家可能觉得我哋头先讲嘅嗰啲吓。啊大家都有夹硬嚟嘅地方，又或者你可能你认同 Billy 又好，你认同我嘅又好，或者你认同 Sam 唔出声嘅都好，吓、啊，唔系都冇问题噶，冇问题噶。你但系唔系你讲嗰样嘢系咪用紧一个强权去谂住压倒对方先？但系如果你即系你有个理据咁，咪 OK 咯。系啦，最紧要有个理据咯，吓，唔系话基督徒唔应该系咁嘅，吓、啊，如果唔系第时。同猫狗都得啊！即系呢啲讨论系太过低智啦，我觉得系吓咁啊。下星期嚟紧呢个星期三就七月一号啦，吓咁又有七一游行，参加个低智嘅大游行。唉、哎，我唔去啦。我哋去唔去啊？我唔去啦。我会去嘅、啊，但系我唔会入维园咯，唔会喺维园去啊。唔系咁啊，往年我哋都唔去维园噶啦，系嘛？咁但系今年我啊真系嚟唔到啦。咁啊，你哋两位就睇下有冇啲咩可以录。翻嚟同大家分享下啦，啊咁啊，因为今年就系民阵同唔系学联同埋教协主办嘅，唔系民阵啊，民阵咩？我头先啱啱睇到好似话唔系噶，吓冇理由啊，民阵，即系证明我哋完全系冇关注啊，即系系啊，系啊，你谂得边一个搞？变咗咪七月一号系一个活动咯，系啊，其实真系听到有啲人嘅讲法，真系好似当七月一号系一个活动嚟嘅，真系。普通一个活动咯，同呢个抗争即系其实我睇到社民联嗰个 slogan， 其实都仲系几好以前嗰套嘅，真系仲系咩咩七一上街咩踢走六八九嗰啲咧，唔系咁你话今年嘅七一喺人数上面
会比上年嘅影响力大啲嘅吓，系咪咧？因为我睇到我睇到对面有人怯咯吓，对面冇搞游行活动嘅，即系朝头早搞嗰班系啦，喺咩啊？喺尖沙咀，喺尖沙咀搞吓，即系避一避风头啦，叫做。吓系咯，我见到有人怯咯，你见到佢哋而家嘅内讧，你就知啦。系啊，即系如果佢哋喺度搞咧，佢会引到更加多人去，即系永远都系反效果噶嘛，嚟做嗰啲嘢。同埋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啲本土派嘅新闻，可能你朝头早都要出发啦 ，Sam 啊。吓，出发晏啲喎，点解啊？吓，知啊，唔知。但系不过唔系 Sam 啊，即系我提一提你，如果见到我老豆嘅话，轻手啲。啊！认到佢啦，你老豆唔会啊！朝头早嘅好难讲啊，唔知啊，唔系我预计今年七一其实未必会有往年咁多人嘅。其实我觉得系过咗雨伞革命之后，其实系即系学 Billy 话斋，其实有啲系回紧气啊，系啊，即系又觉得又即系可能会有啲人会啲醒觉，就系觉得。屌游行冇用咧，已经系明知冇意义嘅嘢都唔知参唔参加好，即系纯粹表态嘅活动嚟，即系真系可以为活动。我哋头先喺 lift 口都讲，系啊，唉呢啲咁嘅活动真系纯粹表态啊嘛，嚟举下牌啊。你下次如果真系有三万人去冲立法会，你先预我啦。吓、啊，即系呢个系譬如比喻嚟嘅啫。嗯。即系你如果有可以有下次成果嘅，下次有人冲立法会拉鸠佢，煽动呢啲嚟，我呢个鬼啊，你系鬼啊，比喻嚟啊，你系鬼啊你，我督灰嘅啫，呢个比喻嚟嘅，即系有个成果嘅时候，我哋先出动咯，都未迟。唔系，我哋又唔可以咁样咁契弟咁样讲啊，屌有得搞，我哋先去。唔系，你会知道有边啲嘢系有得搞，边啲嘢冇得搞。但系我哋就明知呢次七，即系每一年嘅七一系冇得搞噶嘛，多数都系冇得搞嘅。系呢样又真。我觉得系多数，一定冇得搞。有得搞，如果今次车有得搞，我下个礼拜一我请食饭。吓，请食饭咋？哇，仲唔够啊？你输紧噶喎。OK， 我唔同你赌，但系如果你输咗，你要请食饭。你呢度契弟，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